吃啊？还是吃一下啊？啊，那我要开声音了。好，好，开台。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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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来到比赛时间呐！又来了。还没进去啊，好几天没来了，我要来水比赛了。没关系，你只要准备好三只鱼网就可以了。好啊，我大概两个礼拜前。三只吗？什么是三只吗？我只带一只欸。不是说好一只吗？啊，我以为是一只。怎么回事？怎么变三只了？那时候谁改规则？谁？主办单位不对耶，不对耶，主办单位怪怪的耶。大家安安，主办单位还进不去啊？主办单位进来啦！哦，进来，刚开，刚开。昂诺伺服器啊？昂诺啊？哦，有了，登入中了。我还是昂诺啊？为什么啊？你多刷几次，多刷几次。啊，有了，有了，有了。Unknown 啊，看到伺服器，但是点下去是 Unknown 啊。哦，那个，等一下，哦。你再多点那个两三次就进了，真的真的。要不然你慢慢来没关系啊，你不用紧张。嗯，因为他也要去换个性格啦。我去拿个性格的那个。来不及了，我登录了。可以啦，我拿好了。我来了。哎，等一下，主办单位我卡住了，我卡住了。怪我咯。怪你啊，你这填土欸，卡到我了。啊，对，抽奖箱，等我一下哦。啊，不是。比赛啦。好要我。忘记我当时怎么配招的了。放在这。你看到就知道了。是没事。红橙黄绿蓝。点，等一下，我看一下。啊，对啊，有纸吗？没有，我想用 TPA。懒。好，你很诚实，但没有奖励。多少284？小雨。来吧，自大啦！来了啦，不用了啦，不用他一直自大啦，他就很，那是他的个性，不行啦，他已经不是自大了，别搞了。其实你一直点错字有没有？没有，我一直点对字啦。不要勉强他了，不是，不要勇敢啦，勇敢也是减啦，勇敢没关系，勇敢的小鱼啊，对不对？不行啦。勇敢的小鱼，啊！我的鱼王都没练满等了，完蛋了，要被虐爆了。不要，等一下要抢，会强制拿等级，再拉五十啊！其实我没有打几等啊，就以五十为主吧，五十吧。好，好，我被打爆了我。哎，算了，帮今天是这一串是不是？没意外事，等下可能我再稍微修改一下。哎，洗不到了，不用洗了啦。没了没了，变坦率了，变坦率了。那是什么啊？坦率是什么？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啊，普普的，普通角色，还想要一束，还想要一束蘑菇包子啊？干，我还报仇。不久了啦，没关系啦，我也是都是普通速度啦，对不着了啦，来啦，好啦，大家都来了吗？还没来的可以到古世界，然后 TP 我，好，我挑衅了，你怎么在开始还是死了？没有，没睡到，可是还是死。有人烤熟了，好了，我知道怎么打你那只了。有人在偷挑衅呢，然后就不能布场之类的。哎呦，我要带着三颗蛋跟三个鲤鱼网在这场地上跑。
顺便孵蛋了，顺便孵一些好吗？他蛋还没孵完呢。大家都来了吗？大家都来了吗？二四六，加我自己七号都到了。好，那么今天呢？今天是我们的比赛，第二次的比赛哦。那么这一次的比赛是我们的跳跃吧女王的强化版。那这东西呢，我们之前有讲过，就是从以前的系列，就 Pixelmon RGB 的时候，那时候的强化版，因为那时候就只有猛撞啊，或者是撞击这样子来互相 PK 哦。那么这一次就是大家去选择大家想要的技能，然后去进行对战。那这一次技能呢，就基本上就是全部啦，全开，因为你写生想要写什么都可以，就随自己开心。那么这一次的比赛的奖励呢，是50万的钱钱。五十万的钱钱跟自选的4V可以神兽可以换兽，对，跟上一次不太一样，上一次就是真的是凭运气，所以我就没有给到那么好。那这一次的话就有点拼技术了，所以就给到这么好的奖励。我觉得没有技术，我觉得还是有啦，配招你打雷也是运气打得到好不好？好啦，然后对战规则呢是禁止使用包包里面的东西，然后一击必杀，一击睡觉哦。那么这三个东西我稍微解释一下，包包呢就是训练家不可以在对战的时候使用包包里的道具，那一级必杀呢是宝可梦无法使用地裂、断头钳、脚砖、绝对灵珠这四招，那么这四招呢是必杀招啦，就是你只要命中了，就是对方就死了。那为了避免这种招式啊，因为有一种流派叫做心眼，然后一级必杀的东西，那个就是绝对 100% 可以让对方死掉。很可怕，所以为了不要让这种场面太多，就把这东西ban掉了。了解。那么睡觉的话呢，是一个队伍里面就只有一只宝可梦会在同一时间睡觉。假如以一个例子来说好了，一个三三的对战，就假如陨月队我的第一只雨使用了蘑菇包子，他睡着了。那他第二回合又用了蘑菇包子，但是我换只了，就我第二只雨不会睡着，会直接变成招式失败。哦，你怎么睡第二只，他都不会睡着。你的一个队伍里面就顶多一直睡觉而已。OK， 对对对对对。好啦，那对战规则就差不多是这样子。然后在今天的时候，因为观众有投票，然后我们就不使用几句话了，因为几句话的话，因为克数下去好像很容易 OTK， 直接秒杀，很可怕， 所以最后还是拿掉，不然。感觉这个战斗速度应该会非常的快。然后今天的话呢，约七个人嘛，我们看一下这里，七个人一样有一个种子哦。第一场有一个种子，那后面就是正常的，然后一样有败部复活赛，然后是打三战两胜 ，OK 吧，各位？了解。那么稍微介绍，稍微介绍一下自己吧，就从上而下，允月开始。嗨，我是允月，下一位。文清，下一位。下一位，嗨，我是小雨，下一个，我是喵，下一个，麦，下一个，麦，他不在，麦，啊，我在，哦，蚂蚁，啊，我是蚂蚁，好，然后我是主办单位杰克，那么，我废话不多说，我们就直接来抽签吧。你们有谁想要自告奋勇，想要抽个白色出来的？我抽，啊，抽不出白色，还是？好，谁抽？谁抽？黄色，黄色，木纳，黄色，要抽吗？好，我抽。白色，是红色，红色，红色，后面就随便啦，蓝色，蓝色，绿色，嗯。啊，好打翻心哦！哇，你一开始就要这样子的吗？哦，好，这样，那大家打一下这个指令，然后把你们的头颅丢给我，谢谢。好，嗯，来，有力。小雨什么颜色？啊，绿色。绿色。允月呢？橘。橘色月月，那红色是谁？我十秒，黄色，妈妈，好，你是不是快睡着了？累累的妈妈，白色，白色，这是开心的白色呢。
白色。哇，怎么第一场就打打翻新啦？没关系的，拍怕拍怕，好啦，这个先收起来。什么东西？我打小雨啊！我要被拍死了。对，你打小雨。不会啦，你都把你的掉那个自由物拍下来了吗？对啊。没事没事。那么就跟上次一样，就从上至下开始打吧。就我们先请土司喵和云月。来。啊，你们有准备好你们的鱼吗？有。鱼，等一下可以都是。哦哦，是你对。啊、哦，是你。对战规则，对阿克莱鱼王。对战规则的话，你们先复制我今天在一般聊天室那边贴的那个。你这样子。好，稍微检查一下，就是level 是50，然后会自动回血。三只。对，三只，左边两个都是开启啦，然后底下右下角是写背包、一级必杀跟睡觉。一级是啊 ，OK 好。好，我不知道我这样子根本不知道我派人来是最先开始的。对啊，你怎么出来？开战了，开战了，第一局啊，第一局啊，伊菲尔塔尔鱼王，伊菲尔塔尔鱼王。哎呦，地震，地震，地震很难学到哎，我每次还没学到我就被震死。地震是吗？哎呦，超级吸取，吸了一口。哎呦，哎呦，很吸哦，很吸很吸。先开始叠宇宙力量哦。哎呦，有想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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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你就带的是吃剩的东西。哎呦，慢慢回血。回来了啊！感觉是一个坦克流的玩法哦。对。不要再吸了。他这个终极吸取有点痛，是不是？已经叠三层喽，双防都三层喽。这个现在很不痛了。我的会，但是没有克数，伤害很低。嗯。哇，好像打影月啊！我叠起来了。零哎，哇塞！我叠起来了。开始不痛了。这个我觉得不妙了，不妙。哎呦，二只波动哦。剧毒，哎、欸，开始毒了，开攻击了，没有毒到、啊哦，没毒到，没毒到，哇，我连续两次都没毒到你。我觉得隐约这个应该可以一穿三了，已经叠起来了。对，哎、你这只已经是超胖鲤鱼王了。对，超胖啊，不要，你那里面毒到了，最后的那种。还有你还有寄生种子哦，我要开始回报了。我就慢慢吸，慢慢吸。好狠哦，这只太无情了。力量可以叠几层啊？六层。啊，那我就继续叠了。那你再叠一下。我再叠一下。你按下去，它如果说什么无法再上升的时候，就代表满了。哦，无法提升了，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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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我可以随便打了。好了好了好了，那个我知道为什么会爆麦了，感谢感谢，我刚刚在弄红牌啊什么的，他换走，不然你就真的是很尴尬了，你应该很痛苦，鳞片很厚哦，超厚鳞片哦，鱼鳞超厚的哦，他一直叫我请稍后，他不让他下去，哦卡住了吗？哇，裁判这怎么算？裁判这怎么判？裁判卡住了，主办单位怎么办？再赛一次吗？主办单位不对，不对，跳出去了，我连风阵都卡住了，我好不容易叠起来了，主办单位，你们两边都有按吗？卡了啊！我现在写请稍后，我也是警告，完了，哇，这样鱼会亏耶，这样对啊。这样越亏烂哎，那怎么办？好不容易叠起来了呢，重赛，重赛一场吗？不然就鱼OK 吗？就好，也只能这样啦，不然怎么办？只能重赛一场了。是啊，啊顺带一提，我今天还是火箭队哦，我还是飞出去。你为什么还是会飞出去？我今天在看他们打，我还是飞出去的。那等一下，派的顺序是一样的哦，你们的先发要一样。派同一只。然后你跌到满就可以让他死了，不要再拖了，这样子。他是滑下去了。对。叠满啦。因为你现在已经有一个经验了，就是，
你知道他会叠一下，他会叠，小心一点。对。哇，你那只鱼看起来好可口的样子。鱼这样烤过的鱼。我有一只鱼就是针对陨月的、欸。哎呦！一开始就杀了你，不要再回来，我不管了，我就吸了。我不管了，我没死哦。回一点。哎呦！不要，你不要。这边的话是土司庙那边的速度比较快。对。哦，慢慢回来了。你慢慢回来了。哦，地震。用烧地震，地震很烂哎、欸！我要来宇宙力量了，宇宙力量了，完蛋，完蛋了！他这个宇宙力量狠狠，因为主要还是以克属为主啦，所以大家通常要杀鱼的话，就是用草属性或者是电属性哦、喔。对啊，我要回烂哦！不要回我地气了，你又跟刚刚的剧情一样了，慢变了的哦。鳞片变厚了，你完了哦！我变烂啊，不是他没变烂，完了他的鳞片。卡比兽吗？你确定？卡比兽吧。不过这种也有反制手段啦，有啊，就这就是吹飞或者是红牌这种的。对啊，就是把它换掉，让它再重新再来。好烂啊！重新再来，我叠起来了，你是快叠满了，我好像叠满了哦，哦，危险，又叠满了，叠满了，无法提升了，哎呀，他要下去了，完了，现在是跟着剧本走哦，对，跟刚刚一样哦，哎，来了，是另外一只了，你除非跟刚刚一样在大后中，来，再中毒一下啦。十万伏特，哇哦！击中要害，你看我就说吧，哇，十万伏特还是太强了。我就说电跟草一定要那个啊，要bend的啊，不要带要bend啊，要带。去，香啊！一个十万伏特，再来一个打雷啊！你看吧，蘑菇包子。你们有练坦吗？没有练坦的话，一发被秒好像是蛮正常的啦。嗯，还蛮容易被自己秒掉的。没有，我刚刚也有坦，你是被小雨秒掉。因为这边因为蘑菇包子有关系哦、喔，所以无法上剧毒、嗯，所以那个剧毒是失败的。嗯，打雷，直接一个哇，有点地震，完了，看来他要再回烂了，无情回烂，是不是无情的要下去了？下去，哎，我也下去，好讨厌，感觉啊，哎，我的鱼啊，来第二场，有拜布吗？有拜布，这次有拜布，哦有哦，然后一样是孙耀跟陨月继续，好。现在是陨月一胜，卢思明要再被羞辱一次了吗？没有没有没有，我换另外一只棋手了。想一下有没有解法，或想一下有没有其他的棋手法。想一下。你看这鱼的体型差异。小小子，他是不是在玩大鱼吃小鱼？啊！我又放错招，放错字开始啊！哇！十万伏特啊，下去！他下去了，晴空万里，晴空万里啊，晴空万里来了，晴空万里，晴空万里是什么嘞？这个是自己的那个吗？什么东西啊？他讲什么？什么啊？我好像带了个自己的那个东西，他好像可以按中，没有一半而已哦，没有集聚不要按哦，集聚不要按，中间有一个 X， 它是一个往上的，然后再一个 reset 的呢。立招式也不要，立招式不要。啊、你带那个干嘛？你是太立存金哦、喔。你那么凶干嘛？什么奇怪的东西、啊？没有，我跟你讲，假如带立存金，就要一定要玩复古力啊。下去了，下去了，你亡命逃跑。打雷，影子分身开始叠回避率吗？哦，回避好像也很有、哎、很有搞头。可是哎完了完了，起来就快倒了呢，不要上不起啊！哎，下去，一比一，没命中啊！为什么小雨都要计数器？我上次就这样啦，上一次也是。我是那个、啊、火箭队。哈哈哈哈哈！感觉有点像，这战斗结束我就飞出去。
好悲，好悲哟。那土司妹要不要换个道具？换个道具好，要不要把它拿掉，换一个道具？换一个。我要这个。你要干嘛了？要打 boss？ 难道出神兽吗？没有，没有，有 boss。没有，你知道今天我在那边过往的时候，出一只卡布米，然后小雨抓走了。对，我把他抓走了。很扯哎、欸，对啊，我直接公园球，直接把他带走，回家了。我说我是无情的图鉴收集家。哎呦，允月领了今天的每日奖励，不要偷看。你们做手势全都录啊！完了，打不赢马夏多。有人了啊！第三局被马夏多打破头。他怎么都跑去外面打怪了？太乖了，是觉得战斗进入白热化吗？没有没有，要被虐爆了，要被虐爆了。没有啦，没事没事，回来了回来了。十万伏特，劈下去！哦，劈下去，劈下去！选择直接攻击，不叠东西了。对，打一个头破血流。终极吸取，这不叫卡雷吗？哦，好痛哦，好痛、哦！速攻啊，速攻魔法，速攻魔法！我要下去了，我要下去了。你下？可以啦，哎呦哎呦，可以可以，你直接打掉两只，他剩一只了。赚烂！我记得你的打雷的好，你的十万伏特好像已经下去了哈。啊！可是你是中剧毒哦，剧毒是越毒越痛哦。啊！哇！你这个血，哎呦！这血量，这个血量危险呢。你毒一下，要不？而且，我光说土司喵的十万伏特都会击中要害。好无情哦！可是直接电破头、欸。剧毒，奇异之光，现在来一个混乱。奇异之光，看他会不会弄到自己，打到自己了。有有，他打到自己了。只不过现在剧毒伤害也会越来越高哦。对，是剧毒超。双方开始剧毒，但是允月这边的剧毒回合数比较多了。对，允月会比较痛。痛啊！好痛啊！痛啊！痛啊！两边都痛啊！吸取，你快被毒下去了。我要回乱，好、哦，你有回起来，你有回起来，对面好像没回血招哦。哎呦，我要回乱，允月只要再按一个雨清，应该就赢喽。对，我要回乱，啊，结束，允月赢啦，允月赢啦，允月赢啦，允月两胜。哎，太神了、哦，对，是这样子，这是一个。打雷跟终极吸取的战斗，对啊，东西太好用了，有攻击又有吸血。好啦，那么接下来的话是孟娜对上小雨，耶，来战斗场中间吧。等一下，来了来了，我刚被撞了一下。好，我来复制一下。你干嘛？哦哦哦哦哦，蜥蜴王，旁边蜥蜴王哎。是 boss 吧 ？boss，是金色 boss，mega 的啊，感觉我说要删一下宝可梦啊，好像开始卡了，有点微卡卡。他背那一串真的好像那个 Apex 里面那个蜘蛛洞，蜘蛛洞，好恐怖。我开一下定时删宝可梦好了，不然感觉太多会卡住。好，开一个对战规则。你开吗？嗯，慢慢点一下对战规则。汇入档，三只提出新规则 ，OK。好啦，准备了哦。开打！嗯，哎呀，开打喽！开打！哎、欸，妈妈，你看我会跳舞。妈妈，你看我会跳舞。妈妈，你看我会睡觉。先睡一下，先睡一下。完了，你要死在梦里了。你要死在梦里了。睡边跳。睡了。你要死在梦里了。香吸到。哎呀，春香。太夸张了吧！黑夜风暴也是超痛的。但是你的特工会不会降低啊？对啊。
有一些 debuff、嗯欸、又被洗穿。因为我、欸哦、麻麻是不是、啊、你有一只在睡对不对？对哦，我看一下哦，换哎、欸、哎呦，我要这个，我要这个，快速结束了，落叶缤纷，哇塞，你是中的耶、欸、哇，拍落我拍死，有机会你、欸、没拍死，可恶。但是他现在处于麻痹状态，有点尴尬。那我要 C 了，吸到了。啊！哇，这样有点尴尬。哇！你要醒了，你要醒了，你要醒了。醒了，你要醒了，没事没事。妈妈，你要醒了吗？妈妈快醒了，妈妈快醒了。毒灵，先撒个毒灵。我先放，先撒个毒灵啊！他等一下醒了就会踩到了吧？没有啦，他是换角色才会有啦。换角色才会。哇！你放水，你放水。你放水，你怎么这样子？我想的不一样啊！这个剧本怎么了？怎么会醒来才踩到啊？毒灵跟那个一般石头一样，就是会那个。那毒灵跟傻灵都是换，都是换角色才有的啦。哦哦，误会了啦！完了，水系道馆馆主放水啊！完了，这次冠军应该是小雨的啊。怎么小雨这样子啊？没有啊，是他很不想要积压起，严重放水，严重放水。有这种事情吗？我怎么不知道？好沉啊！好，确认。哎呦，又开始跳舞了，是不是又开始睡人了？为什么？我先丢这个。我换一只的，我换一只。寄生种子，直接一个花大五万罐头。哇塞，这个舞也太痛了吧！我会跳舞啊！啊，你不会跳了，你不会跳了。啊，不睡着了，睡着了。你是睡下，你是睡一下，不行了，不行了。梦里跳啊！你刚是睡很久了，再睡一下，再睡一下。换了一只，直接打雷。你睡一下，你睡一下。我就说打雷命中率很高吧，你看。这不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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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直接选不下去。我无情的直接无情的睡一下，直接送下去了，不行了，不行了。为什么我的第一只不会换？为什么？没有你选那个三只的时候，你要选那个顺序一二三这样。嗯啊，难怪一比一哦，一比一哦，一比一。哎呦，我想说什么他不会？这是客属客烂哎，我就讲了啊，就跟你说这是客属比赛。对啊。不演了，不演了。啊，来吧，来吧。啊，早点死一死去睡觉。来了，真的，真的换了，真的换了。蘑菇包子。哎呦，我睡着了，尴尬了。反过来了。啊，我应该先逆鳞。啊，换一个放水。换你放水。我醒了，我醒了。错了，我应该要另外一个。完蛋了，完了，现在又开始有人在放水了。我醒了，我醒了。紧咬不放。啊、我又睡着了，我又睡着。然后终极吸取吸回来了，不行，我又睡着了。会一回吸吗？我又睡着了，哇，直接下去了。No， 那我看一下哦。这个是要互相蘑菇包子一下吗？这个没有寄生种子，一个蘑菇包子。又睡了，又睡了。终极吸取，晚安，晚安，我一个大爆睡，晚安，晚安。哎呦！不要再爆睡了，不要再爆睡了！哇，小雨不太妙哦。我这个看睡不睡得到嘞、哦，睡到了，睡到了，完了，什么事情了？睡到就没事了。哈哈哈哈哈！我觉得是刚好孟娜没有一只速度特别快的，对，他的速度没有到特别快。哦，避开攻击！哎，避开攻击！哎呦，好狠，好狠！打雷，落点保险。出去，再不出去不行。你才狠吧！天哪、啊！不行了，不行了，快下去！啊、你赢了哎、欸！哇，被小雨逆转了，差点就被逆转了！我的天！啊，你看吧，太危险 了。可以的，都跳放舞了，我就跳舞跳下去就好了。不能跳舞了，不能跳舞了，太危险了。你可以速度超快，然后跳舞。对啊，太危险了，太危险了。我的性格没有换到。哎、欸，我也没有。开始吧，开始换。安心，还是负的。来我们的顶尖对决吧。你们的顶没有顶尖，我不知道，我练太多次不知道怎么放了。是是是，糟糕了。选一下，选一下，你可以选那个聚宝弓跟我打，好不好？
聚宝弓已经换掉了啦。我想说输了没关系，我还有五百块可以拿。来，等你们两个。来吧，来吧，来啦。这是什么啦？月色清美的夜晚，兰花的芬芳香味。芬芳香味，名字超响的，跑出去了。啊，没听过吗？月色凄美的夜晚，兰花的芬芳香味。没有哎、欸。得了得，好像我不知道哎、欸啊。那个吧，那个哇，挑衅哦，挑衅啊！美人鱼的那个吧，美人鱼的那个蝴蝶还是什么？哎，蝴蝶。蝴蝶小兰。我使用挑衅跟再来一次，因为我刚刚是技能使用失败，所以没事。冲击 C 曲，哎呦，哇，没有挑衅了。再玩，下去，被 C 爆了。不是，是被我电爆了。哦，是被你电爆了。来了，你的第二只爪王是不是？对。怎么那么多爪王、啊？不是，他是爪王啊，他那个三加的怪怪的啊。带三只爪王，复古，复古、啊，我来啦！大概知道你来了。哎呦，你用碉堡保护自己，滚动保护自己，哇，毒了！跳个这个，危险了，危险了！寄生种子，寄生种子。来吧，变圆，变圆，中毒伤害，你没应该可以啊？接棒，哎呦，又接棒了，又换人了，又换人了。一只，为什么一直滚不到你啊？我不知道哎、欸。几率没有避开攻击啊！啊，这个效果绝佳，哇，被跌下去了。再见了，再见了。来了，水蓝色的美丽的旋律。我这只没有攻击招。哇，直接下去，哇，下去了，没了。No。哦，无情。特殊的攻击招还是太强。对，而且我还要去加成它，基本上有叠上去应该就是不能接不下去了，除非有 P 带吧，有 P 带搞不好还有机会。嗯，搞不好剩一滴这样。嗯。我们劈到断线要进不去，又有人被弹出去了。没错、嗯嗯欸。没有啊，我就我说过了，我有练自己的一套，跟我直播练的一套，但是不同的东西，好不好？他是骗子，他今天他直播说，嗯，没关系，被看了没关系啊，搞不好我是另外的。我就我在早上那边玩的，笑话另一套。他这边迷人说迷倒别人的女王骗的，哇，这样长招啊，这是主办单位这样子哦。对啊，主办单位怎么会这样？主办单位有想法、啊。主办单位，而且主办单位今天翻新想法，还说不行，这个我不能输。啊，乱玩。啊，真的假的？来，新的，纯白的鱼，请让他停歇在这里。又直接复古，哎呦，更大的攻击力，哎呦，交错闪电，哎呦，滚动耶，打到了，我举起我的红牌，嘿，强迫换只，举起我的红牌，没事没事，你那只也下去了，但是它复古这样的效果就没了，对啦，是没错，啊，而且它这只一上来就被踩到那个，嗯。毒灵的那个巨毒，嗯，终极吸取，爪王也中毒，那这一只吧，哦，对对对对对对对，是的，太多只了，是哪一只呢？哇，下去了，水色旋律，哎呦，你确定还扛得住了伤害吗？哎呀，哎呀。有点危险，这只可以啦。喂，哎呦，哎呦，终极吸取吸一口，哇，下去，气呀，耶，睡觉了。
有你还要拜布，你还要拜布，你还要拜布。我不要了，我不要了，我不要了，我不要了。我还有两只没上场。你可以再撑一下。你再撑一下，你再撑一下。我还有。然后接下来的话，蚂蚁直接过来。你，蚂蚁好惨哦，对我。好惨哦！蚂蚁好惨哦！没有这个没有弄到，哎，这个。其实这样子拜不要怎么顺下去啊？对啊，你要怎么顺啊？对啊。还是就直接把繁星送过来？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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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烂。你们三个抽啊。好，对，抽你们三个 抽一个白的、啊。可以，可以，可以。对啊，你就放一个白的啊，谁抽到白的就可以那个，就再往前。抽一下，反正就放一个白的嘛，其他就随便。没错，你要怎么拜布啊？拜布就一样打，然后会往上提升。等一下会讲。你要怎么拜布啊？首先你要输，你输了之后可以拜布了。你你就可以参与拜布。我差一点点。来来来，这里，反正抽到羊毛就有了，就是拜布升级这样子。希望，希望，没有。繁星，是繁星，不能睡了。啊！我去换招式啊！你们加油。好，你先换，你先。没有啦，没有，就这配我这其实很好玩，没玩到而已。可以，可以。好了，那么拜布那边先好了，那么就先请土司喵对上孟娜。完了，好可怜啊！我以为没有我的戏了哎、欸，我有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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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两个打，为了让你们可以多打、啊，没错。好、啊，等我一下，你们两个打完的再找繁星的。嗯。啊，对，是。我以为没有我的戏，我在旁边打鱼玩。下来，过来，过来，我在打。打架了，打架了。你按规则吧。会用规则？你知道规则怎么按吗？你会按吗？会复制贴上吗？复制。在那个 DC 那边有一个一般聊天室，我打一个什么 level， 然后 sleep 那边。对，到 sleep 一大串的。今天12点的那个。你说汇入那边吗？对对对，汇入把它贴进去。哦，旁边有人在打架。不是啊，比赛还没开始打架。不是，因为我讲一下哦、喔。我直接闪退耶。哇，那等你等你。我刚刚想唱完《命王之歌》再换角色，然后我忘记我哪只是第一只。不然就土司庙那边打吧。对，土司庙提一下。有《命王之歌》黑色目光，然后换另外一只，让他死掉。你很闲耶。打一下灵异带吗？哇！大家不缺灵异带吗？我们缺的耶、欸。他前天说你很香，今天说你很香。哦，你不觉得？害怕害怕。这个讲起来有点怪，是什么怪怪的啊？有不同的咸字哦，哎、欸，又不是那种不同的咸、哦。你知道、哦？你知道我今天去打那个双打鲤鱼王，我被鲤鱼王打死，你知道吗？啊！你在双打鱼王打死为什么？因为我要学挑衅啊！哦、oh. ，他就只有药级，他不能用其他的，就能不能跑来打我？我被打塞啊！鲤鱼王哎、欸，打死我了哎、欸！我操！连他技能也只有药级，对啊，太狠了！他就直接应该就直接挣扎吧，对吧？嗯，直接挣扎重爆你，而且还有两个技能不能学，除了力招式跟几句话。自爆哦，自爆，对，不行吗？不行啊，你要不要去试试看、哦？对啊，爆下去就不见了。大爆炸，对，学不起来、啊，他自己也会濒死，对啊，对，欸、还会把所有人都炸到没有。我今天有一度想说要来学一个，然后想说可以换一次，结果发现完全学不起来，就想要算了。回来了，来吧，来了，返回。他，你我好。对，就土司喵先按，先按底下的、啊。对对对，你先按下面。
出新的规则，然后就打起来。哎、欸，为什么？为什么？你是不是没选到啊？为什么是六比六啊？新的规则啊，直接复制啊。没有，你要整串复制，然后用汇入贴进去。右上角有一个汇入。对对对对对，我、哦、整串贴进去。先逃跑吧，逃跑。逃跑，逃。哎、哦、呀。然后逃跑失败。我忘记呼吸。不要忘记呼吸。吸一下，吸吸吐。喘气，喘气。喘一下，喘一下，别紧张，别紧张。现在还不是你的回合，不要紧张。吸气一下，别吧别吧，不去，啊，汇入，贴上，存档，继续出，提出，继续出，啊，选了没？好嘞，恭喜你学会啦，恭喜喽，耶，开开来喽 ，Go Go Go， 真香细胞对上了达克莱伊。直接打雷，哎呦，没打死，直接一个打雷，一个蘑菇包，差一点点，要无情开技了，还是要吸蓝呢？碎了，我先吸一口，被吸了，被吸了，被吸一口，起来，你不要再给我睡，你等一下就会醒了，不是吗？不一定，那个没有啊，他那个睡着的回合是不一定的啊，是啊，对，有时候会睡很久，有时候前面。有时候第一回合就醒了。哇塞，你这是鱼脸失眠呢，催眠一下就睡超久的。因为他是达克莱伊啊，对，好久，是噩梦，不是噩梦哎，万人睡喽，万人睡觉喽，睡吧，孩子，挂起来，万人醒哦，又醒了，一回醒，好扯，醒，一回醒，好扯，很香啊，闻到香东西就醒了，闻到香味了，醒来了，对，闻到香味，闻到香味，哎，红牌被迫退场，这只是会跳舞的哦，好像也不是很妙呢。会跳舞的这只好像也很凶哦，它也会吸哦，我怎么都会吸的，我怎么都那么会睡啊？好了，我吸到一下舞啦，弱点保险，哇，哇，那弱点保险开起来了，很赚。弱点保险这样也是蛮不错的，可是弱点保险就是你要扛得住它第一下，你扛不住你就是飞出去了，没错，没事。啊，我要打繁星呢。还没结束，还没结束。吓死我了！如果你赢了，就是要打繁星，没错啦。没错，那我赢下了，我想赢啊。你想跟我打啊？好好，我想跟繁星打架，是不是？繁星很强的。我笑死我。来来来，喂，哎，好了。比赛开始了，开始了，十万伏特开店，蘑菇包子，蘑菇包子开碎，开碎，换成，然后收起来，伊菲尔塔尔，伊菲尔塔尔，红牌了，哦，举起红牌退场，啊，吸一口，弱点保险开始，弱点保险，我出去了，我要跳舞了，花瓣舞了，开始跳舞了，剧毒要被花瓣舞了。哎呦！拜拜！花瓣舞，我要跳。换一只在睡觉的达克莱伊。换一只在睡觉的。你要起来。完蛋了，完蛋了！达克莱伊要睡多久了？他在做噩梦，他在做噩梦。会不会就这样子睡下去？一分一分，没有很强。我觉得剪刀。剪刀，行了行了。但是，晚安，但是下去了。但是梦娜这边速度比较快。哇！我要哪只啊？好了，败部是这样子。那我们先打回胜部的这边，就是陨月对上小雨。好，哎哎来了，哎，对战规则，对战规则，你打。怎么会有？哎，总是这一只，总是这只。哇，这不是他。这只长得不像鱼哦，注意一下哦。怎么有人在唱歌？是吃鱼的，他是吃鱼的。主办单位这两位拿起红牌了、哦。主办单位吃鱼的，也不要紧张，不要紧张。打雷，避开攻击。哎呦，毒灵，先下了一个。哎，再打个，打中了。好稳哦。
再打一下。那是你那个的吧？再打一下，好扯哦！你打雷直落山呢，好扯哦！好爽哦！主办单位没有比他快的哎。有没有有没有听到我当时讲的了？这个坏掉了，主办单位。我扛得住吗？扛不住啦，扛不住啦。扛得住。不行啦，主办单位。你没有练血量特防而已。我都带进化70了，主办。没有，你想一下，你想一下你的特防跟血量。不行啊，主办单位。想一下。喂。怎么又有人在唱歌？唱一下啦！哎呀哎呀呀呀！你要躲开嘛！哎呀，我躲开了，我躲开了。哎，你躲开！你在睡觉，你翻身躲掉了啦！你不能这样哎！翻到另一面，睡一下，睡一下，睡一下。你再睡一下，你再睡一下。不要再睡啊！不要再睡了！你再睡一下，换一招啦！你再睡一下。没有在睡的啦，不行，你这个速攻魔法我只能用这样打了，你知道吗？不是，我不是这样打就换我下去。太扯啦！速攻魔法，速攻魔法，不行了，不行了！哎，你又避开，不行不行，换一招了，换一招了。我再变一下身嘛，我再翻一个，我再翻左翻右翻。不行不行，我再换一下，我再换一下。哎，你雨欣醒来了是不是？完了完了完了！雨月仙宫哦，哎，没关系，他睡着了，睡到了，睡到了。他睡着了，帮我吸一下，帮我吸一下啦！不要啦！那我读一下，那我读一下，中毒！那我读一下，那我读一下，我读一下，我读一下，两边都剧毒！哎呦，紧咬不放，要咬人啦！不要换只啦！人鱼哎，大家玩一下啦，吸一下啦，吸一下，被吸下去，一比一，没错，哎，可是。很难讲哎、欸，因为我刚刚是刚好躲过了，所以才吸到他，他速度比我快、欸。没有啊，你也可以使用你的速攻魔法，对不对？看谁先速嘛。他的速度比较快啊。你有没有觉得可以带一个速尾了？哎，太难了。奶奶，不对不对，怎么每次都有人在唱歌？没有，他就是我第一次丢出来就是他嘛，没办法。你看他去了。避开了，我避开了，我避开了，我避开了，不行，不行了，我要下去了。哎、欸，我这次没有救哎、欸，我这次没有东西、欸。清除之烟，完了完了。打一下嘛，让我打一下嘛。啊、我爬拍路了，我爬拍路了。哎、欸，太好了太好了。雨月在抢救危机，被发现了。哇塞，难怪你那么快，你好扯哦。没事、啊、没事，偷偷看光光，我要回去拿喽。吃剩的东西被拍下来了，太狠了，我把你全部拍下来了。我来丢我的寄生种子的。剧毒，你太狠了，你太狠了。可是你这只没有剧毒的话，感觉你玩到后面会很惨。对啊，这只不太行。我这一只很惨哦。哦哟，你那只很难那个哎、欸。我要把你清回原样。哦、不要、啊！不要清回原样啦！清原样的吧？想不到吧？没关系，我就继续叠。哦哟，你回血很回耶！好狠哦！好烦哦！我要下去了。了你现在一直扣四分之一，四分之一啊！对啊，我回不起来了，我要下去了。回满了。死去啦！我去拿个抢救围巾啊！我突然忘记这个东西了。那你的速攻魔法太过分了！抢救魔法，抢救魔法，抢救魔法！这时候救一下，这时候就可以挑衅或再来一次了，有没有？再打，舍身了！啊，蚂蚁来吧！好狠哦，我好怕哦！不会啦。对战规则会录哦，哎会啦，我用啊，太狠啦，好了，哎那就好了吗？然后选一二三，对，煞气 A 小妹，小妹冲啊，小妹，我们最后的希望了，妈妈，小妹，罗曼福特，掀起我的红牌，啊，
你看，对不对？你看十万伏特打在我的鱼身上没什么痛啊。不是他有练吗？有练吧。蚂蚁，你这次有特别去练吗？有吗？应该有吧。那应该是没有吧。你力值应该没有练呢。看起来是没有练哦。你知道什么叫努力值吗？我没有练。哎、欸，他说有练呢、欸。不行。他这么犹豫。再吸一口。大吸一口。不要大吸，好吸嘛。二哥没了。下去了。好，我先转一下你的地板的东西啊，清除一下。你怎么在自我再生？你反省。小姐，他以为你要打他啦。对啊。他想说要被打了，清除一下。害怕害怕，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太害怕了，先不要这样，先不要这样，我再吸一口，害怕，哦，只有大姐了，大姐，我吸一口，哦，真香，不要不要一直吸，哦，不，大姐，真香，啊，被吸下去了，吸了，哦，我拿错了，抱歉，我回去再换一下，不行，又换一只，是，再换一只。这个啦，刚想说颜色怪怪的，颜色怪怪的，还有一场，喂，来了，你怎么在一场？怎么在一场？你怎么会这样子？你怎么会这样子？没有，你都说可以继续对战了，主播都会乱讲话哦。你没考虑他，也考虑我一下好吗？我很想睡觉哎。有人想下去下不去啊。按一下那个对战规则。你要想一下吗？蚂蚁想一下，想一下，要按对战规则。你要按对战规则。有人忘记了。哦。按一下。鱼王一家人，加油！他们是鱼王三兄妹。有了，红牌。哦哟，又被换下去了。我就手上拿着红牌啊，大姐是不是？哦哟，大姐，哇，我是人家大姐啊！大姐，催眠术，我要催眠术，那不就是你下午在问的那一招吗？啊，难道是被观众气死的这一招？魔法液，完了，我被睡烂了。究竟是自己睡觉还是对面睡觉呢？你继续睡，你看，你就睡了吗？再一场，真的睡啦，寄生种子，射一下，看一下，可以睡睡哦，可以睡睡，大姐，你是我再看一下，再看一下，再想一下，撑住。哦，大姐吸他，虽然这句话怪怪的，吸起来，可以的，相信自己，魔法液，大姐，你可以的，接一下，哎呦，换人接了，不行啊，大姐，要不是那么多人，大姐。No、你速度不会比我快了。哇，小妹下去了，小妹，二哥也下去了。二哥撑住啊！二哥，哇，撑不住了。你速度不会比我快了。二哥撑不住了。二哥撑不住了。太痛苦了。好了。好，接下来是败部的部分，来吧，纯白的羽翼，孟娜 VS 繁星。哎、欸，我是不是不能汇入啊？
我回去就会白 UI 是不是？不然就请繁星那边。那怎么？我这边要怎么先回他？要按规则，先点那个对，你先点规则。我按了啊，他不理我。哦哦，贿赂。要怎么贴上去确定的？睡觉队伍来了，睡觉队要开睡了没？蘑菇包子，他先睡你了呢。没事啊，我相信我最近很浅眠的。睡了，开始梦话了吗？你在说梦话了吗？他说梦话了吗？没有，反制，不要相反制睡眠的东西有没有？交错闪电，怎么那么不痛？一回醒呢、欸，好扯、喔。可是你一回合就醒来了，是怎么那么不痛？对啊，很不痛哎、欸，这个刺哦，强力鞭打哦，他强力鞭打超痛的、欸。怎么你两次只有他一次而已啊？对啊，不会这样子，因为我刚睡醒啊。你被不小心拍歪了，没有命重要还。蘑菇包子又睡着了、啊，我要醒了哦。为什么你都是一回醒？我最近很浅眠。可是弱点保险被开起来了。太浅眠了吧？弱宝被开起来了。为什么你都一回醒？放电！哇，下去换别只了。这是哪一只？哭啊！你看一下。这只什么招式啊？这只是啥呢？看一下。挑衅！哇，花瓣舞，花瓣舞。可是接下来是不是挣扎啊？花瓣舞不能用的话。又被挑衅到了，被挑衅哦！哎、欸，还是花瓣舞啊，还是花瓣舞，对，应该是接下来不能选花瓣舞而已。对，哇，你们的都不会睡觉啊？怎么我有在睡觉啊？我没睡吗？睡了，只是一下就醒了而已。对他比较早醒，他有睡，他有睡。你的睡两个小时，我睡两天呢、欸。不用你，你像我刚刚跟蚂蚁打，我是睡超久啊。真的，他比我睡太久哎、欸。鱼啊！音乐怎样？鱼王啊？怎么了？哎呀，怎么了？啊？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刚怎么讲鱼月，然后就没了？怎么鱼月啊？鱼月啊！鱼月啊！鱼月啊！等一下，我的真爱股东在哪里？你找一下你的真爱股东在哪里？他的名字啊，叫真爱女组合吧？我看一下，嗯。嗯，看一下，看看再看看。我刚挑了一下位置，全部不见了。哇！你要搜寻找一下他。哦，挑衅是不能使用变化招。跳、嗯。开始了吗？哎呦，开始了。有了。开打了，变圆，是在滚动吗？又睡着了，滚不起来了，他在梦里滚，在梦里，他在梦游，他不让我梦游，他在床上滚来滚去啊，的挑衅，挑衅，他没有办法用蘑菇包子了，你只能用输出招了，等一下，然后他就再来一次，好不好？再来一次吗？终极吸取，还有他要来花瓣舞了，地球上头，你要摔烂的、欸，哇，摔了！我要用去打篮球，我不管，我要跳舞，我没有半个攻击招了，完了，这次没有，对，可以睡了，睡了，好赢了。蒙娜是败部冠军，来吧，音乐。好，我要来了。那我跳赢了。好。你们跳哦。五字，贴上。贴上。你要开始叠吗？想想哦，我想想、哦，速攻魔法呢？你想一下，好像速攻魔法哎、欸。
不想了，不想了，够了，够了啦！哎、欸，为什么你挡得住啊？我就说我有练防御、啊，你怎么挡得住啊？剧毒我麻痹了，按错了吗？妈的妈的，影子分身，影子分身加回避率，太无情了，又麻又闪避，我回个。你奇异一下，很奇异，很奇异，你很奇异，太奇异的，太奇异了，啊，这个，奇异一下，奇异一下。别再起了，还要叠起来了。嗯，哇，影子分身有点高哎、欸。引擎，我要继续叠喽。避开攻击，我闪、啊，我要靠晒了，打到一下就有，第一，打到一下就有，一下，混乱混乱，哇，你也太多状态了吧，又混乱又中毒，你是快把自己戳下去了、啊、你你好像很危险哦，有一下，你不信自己的，哇，我想想，我想想，你想想，你再想想下去了，我想想到怎么解，找王一族加油找王一族找王一家，该不会被速攻魔法的打下去了？不是，这已经不是速攻魔法了，我现在已经不是速攻魔法的范畴了。魔法要慢慢磨的、啊，我现在是闪避魔法了，超狠的，打不中。鲤鱼王大法师，大法师，哇，挑衅的重要性我感受到了，对不对？我就说我的那一只就是克影月这一只的啊。真的没有啊，我觉得只要我的输出有一只有带魔法液就有解了，而且我还有带黑色什么的，那个让他不能，黑色不是、哦、不是让他不能换掉，只能舍身跟我玩哦，可是还来不及丢出来，那就没。没有，是我没有对到音乐。哦，哎对，没有对到，刚好没对到。一下。你一下，哎呀，吸到了，吸到一口，吸到一口，一下，我没有啊，你这巨人剧毒啦，毒上不上去啦，哎呀，麻的不错啊，怎么会打雷卡在那，卡在那边，啊，你刚打雷啊。刚打雷电到他了、啊，一下，好烦啊！这个对决，我们要打延长赛了呢，我要打延长赛了呢。好啦，你继续雨期啦，他吸满了，他满了的呢。没有打，你们现在准备干什么了？可以丢计时球了呢，该丢了呢。你想一下，你想一下，我看你一直丢，想一下。我疯狂撒林了，疯狂撒林！你这只应该是没有可以攻击的招式啊，我猜。我这只就是对，就是毒而已，但是毒上不上去啊！有没有觉得打雷雷到你了？自己的打雷到了，毒不上去。好了，有料有料，你打到 AFK 了啦！好了吧？我跟你讲，我有麻痹，我还可以脱 PP 啊！好狠哦，太狠了吧？太无情了！我就疯狂撒你，太无情了，还在避呀、啊！
我在旁边看到都 AFK 了，他就来 AFK 了。来来来，观众看一下，我们会打几位？四十九了啦，你太久了。应该说，影院你 PP 剩多少？挣扎了，挣扎了，我没招了啦！挣扎了，开撞了，我的回合，太无情了，五十回合，怎么回事啦？五十回合了，太无情了，一下。到底要打多久？要多久？怎么怎么？我要死了，要死了！没吸到，哎呦，对耶！哎呦，我要叠起来呀！又叠起来了，我又叠起来了，好烦，好狠啊！太狠了吧！友情的拉扯，哎，友情的拉扯已经是，到底是要打多久？好像八点档一直在，对啊，情爱纠葛，怪怪的，怪怪的。我要叠起来哦，你快吸不动了。啊，你叠，你叠，你叠，你就叠，你就叠，我这边一直转，我就一直转，你就转，你就转，没关系，我就一直甩掉，你就旋转它。我就一直甩掉你寄生种子，你要怎么吸？好，你慢慢转，你慢慢转。到底是什么？他被堵死了！一直磨，一直磨，这两个。哇，打麻痹的克星哎！他们在拿 P V， 而且麻痹是影月上给我的。对啊，大战一百回合啊，影月。大战打不完了，打不完了。它显示最高是到64是不是？我不知道哎、欸，极限了是不是？我怎么看你们一直打这个？哦，有了有了，还有这个，有了有了，上上上，重点什么？不是。然后呢，我们要讨论这回合数在最高会到哪里？我觉得差不多了，一个之类的吧，我猜。这两只到底会磨多久呢？不是啊，鱼好磨、哦，好难打、哦。我回回了，太补了吧、啊！等一下，你那个麻痹怎么一直卡在那边呢、啊？我现在放招，我现在放招就是75%，75%。哎呀，我现在是紧追不舍啊，不可能放掉他的啊。都已经打到这个时候了，是不可能放掉的。我是不可能放掉他的，就跟你刚刚不想放掉那只影子分身的一样啊。你快点换一下。我是不会放的。一直转，一直转。我也要回满了哦。你就回，我就看你回几次。打不完了。我玩的原来是战斗陀螺。对啊。我现在速度还六级。哎呀，太久了！我们要打上百回合大战一百回合啦！你们打到有一个人的声音已经不见了，你没有发现吗？他睡着了啦！我发现了，他不见，他睡着了。发现，谢谢。我还在，我在笑啦。你知道，这是最激烈的鲤鱼王大战，什么速攻魔法在这里不适用啊！我笑死！哎呦。变成百万人，你什么时候要挣扎、啊？我跟你讲，我的高速旋转有40 PP 啊！哎呀，我一招抵你四招啊！太无情了，转烂呢！转的不要不要！你这边旋转陀螺耶，你这感觉……哎，怎么换掉了啊？你换掉要重新叠。试看看能不能打中哦！打中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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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中了，你打中了。啊，对，有点新进展了。哎、欸，这时候卡请稍后会气死哎、欸！我卡住了、欸，完蛋！我呢？完蛋了！完蛋了！完蛋！P 到网路线了？完蛋！一百回合要重磨了吗？完了！哭啊！幻视的 bug。好像是幻肢马上被打掉，它会出现 bug。幻肢会出现 bug。哦
完蛋喽！完蛋了，要再打一百回合了。我的天！打怎么办？我想一下、哦，现在你那只没状态吗？我这只没状态，然后另外一只也是没状态吧？满血、欸，可是你那只 PPU 啊，哎，你重打要重打吗？我是可以啊，啊，重打重打，你重打我就重叠，要打三百万回合。不行，我有新想法，我有新想法了，不能这样玩。我已经按跳出了，你们那些字还没跳完呢。我也是哎、欸，一直在点呢、欸，点完呢、啊，离不开啊。怎么差一点点就百回合了？刚那个打，其实打到最后也还不一定谁会赢哎、欸。对啊，不一定。就看我打的有没有打中人呢、啊？对。哎。哎呀，我看完了，我看完了。我还没看完，太多了。这样子的话，应该就要这样了吧？来啦，我们来速攻速攻，快点快点速攻速攻！第四皮带，第四皮带挡住了。你怎么可以躺下来？一滴，一滴，他一滴。哎呦，力量！哎呦，我这是不是有料啊？啊！死去！哇！死去！速攻魔法，速攻魔法！奇！啊！没奇遇到！哇！没奇遇到！速攻！速攻流了啦！不要磨了！快速！快速！快速！刚刚太久了！快速！快速！快点打一打！打一打！时间拖太久了！来了！来了！啊！跟我有一样想法哎！喂！你刚没有那个气势皮带，你就卸下去。为什么还卡在你们？又气势，又气势！当然啦、啊，我大家气势一下、啊。你的气势皮带几率很高。没有啊，气势没有，一定是的啊。气势皮带一定扛，一定扛。我另外一个才是一个。嗯，另外叫你还要叠吗？你要叠了，不是你刚刚就不该叠，直接打他才对。不能叠，对，那只也没招攻击招啊。啊，你要讲啊，我可以借你啊。叠的哦。对啊，就是毒的那一只吗？嗯，哎，太难了。来吧，孟娜，败部的逆转时刻。啊！我要被打烂。加油！你对我这个组合有什么想法？我没有想法。有没有解法、啊？好像没有。你是低能吗？你用我的作品当你的作业交，当然不行啊。我先让你去冷静哈，那个拜拜，拜拜，拜拜，拜拜。你不是说一下吗？没有，我看你有点困啊。这个我用 banner 啦，这个我受不了了。可恶！跳舞、哦，怎么可以这样？红牌，红牌下去。我刚有吸到啊，我有吸到东西吗？好像没有，好像没有。你那边有损血吗？你那边有损血吗？我有损血啊。我们这边看没有损血。哦，显示 bug。显示 bug。哦，别啊！又碎啦！对他，碎他，快把它吸掉。一口。哎，你好浅眠呐！碎他！你的睡眠数有点不是很对啊。睡眠品质不好，多睡一下。对啊，再多睡一点嘛，再多睡一下，多睡多睡。一口哎。晚安，晚安。怎么样？吸他下去了，睡他下去了。你跟他速攻了啦，碉堡。跟他速攻。好，再见了。保护了自己。我确定一件事。验呐。你确定一件事什么东西？我速度比他快。我确定了一件事。确定。碉堡，哎，中毒了哈。好难过，我要去了，要下去了，要下去了，中毒了，怎么完了？出事了，出事了，怎么完了？怎么完？无情碉堡，太无情了，好无情啊！有没有觉得守住的重要性呢、啊？
太无趣，我觉得是前面的重要性耶，真的是前面的重要性。可是你速度也是，对啊，你也是要快啊。对啊，我刚刚就是先判断说我速度会不会比较快啊。喂，好难过啊、哦、而且你是要赢我五战三胜。为什么、啊、因为败部啊，败部你是败部逆转啊。欸、对，蚂蚁不是有回子宫吗？哈哈哈哈哈！是假的，是要赌的吗？啊啊！对，他就下去睡了嘛。哇、哦，对耶！直接睡。哇，直接编哦！直接红牌了。啊、你那一只是一休，追他，追他。我吸不到、欸。你这只很难呢。他吸不到了，送他下去，送他下去。你要这到底是浅眠那一只还是？你想想，你想想，哦哟，很烦呢。想想，你想想，很烦呢。啊哈哈！刚发现我的主要这招打不赢你，只好用另一招了。只好换别的了、啊。这里的话应该就可以穿了。再见了，蒙娜。太难了，太无情了，无情走王者，太无情了，走王。哎，有人在无情开车，抽起来，无情开车，不是无情开幕哎，天哪！啊，好啦，这次的冠军就是我啦，我是李勇。啊。主办单位，啊、主办单位，终于在自己主办的游戏获胜。真的，我很擅长在我主办的游戏，然后都输掉了。对啊。啊，那我这边，我这边奖励的话，我就直接拿雷电云了，因为我现在剩的雷属五星宝可梦就剩雷电云还没拿。然后不准，不准，不准，不准拿你。我只能拿鲤鱼王4B 吗？啊，勉强一点。好了，暴鲤龙啦，暴鲤龙啦，好不好？五 B 可以啦，五 B 可以，五 B 勉强，好勉强，好勉强。对对对对对。好了，然后就是有关于下一个比赛啊，因为目前我们还在投票说这个伺服器会在11月结束还是在12月哦。那么目前的票数是一个五五开啦、嗯，剩下一个人还没投票。嗯，那个人还没投票，我可能晚一点去提醒他吧，就看这伺服器。会开到11月还是12月？那如果12月的话呢，会再办一个比赛，也就是我们属性限制的最后一个比赛。因为我们当初这一个伺服器的起始规则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固定的属性嘛。嗯，那么就想说贯彻始终，最后一个比赛就来一个大家带自己的属性，然后来一个最后大决战。那么那一个比赛呢，因为你们可能会想说啊，假如我像我电属性好了，我遇到水属性，我二五就爽死，嗯，对不对？那么 那时候呢，就会开启逆转决斗。那么这个逆转决斗呢，原本就是可能我电克水，会变成水克电。那不是我每个都没、哦、没事，对不起。但是这个规则呢是用抽的，有时候会开启，有时候就会关闭。哦，看运气的，就是。对对，就看当局抽到什么了。嗯哼，先这边预告一下，然后。这次鲤鱼王活动不知道大家东西已经拿了吗？就是像是孵育的活动啊，还有像是六 B 鲤鱼王可以换成传说学员新块的拿了吗？那这个活动呢是到今天的十二点。好好，来拿。完了。好，万圣节的部分是到我看20几号。20几号。完了。所以鲤鱼王是过了十二点后就可以不能飞了吗？我可以等一下就让他不能飞哦，太好了，太好了。肯定会，就是看我一些很帅的，之前抓回来可以骑了，终于可以骑啊！哎，鲤鱼王活动开始才抓一堆神兽，你知道吗？对，我也是，超多想看他们到底长什么样子。嗯，活动，让我看一下活动资讯。活动资讯，比赛。活动资讯哦，到11月20号。对，那个硬币其实有一个累积值啦，目前一共3000多枚。那如果有累积到5000枚的话，会发一些更好的奖励。其实我当初的设计是1000、3000、5000、7000、1万，但是现在大家玩的比较
没那么常玩，就可能想说就一千、两千、三千、四千、五千，假如到五千的话，就所有奖励都可以拿，好不好？那奖励的话就有像是大师球啊，跟传说学院新款那些都有啊。了解。Hey, 好。然后大部分东西就这样子，那后面有更新什么就再看看。那大家有想要去转转看大师球吗？转什么大师球？转什么大师球？就我刚刚大师球要点的那个东西啊，在哪里？精选爆掉了。啊，我那个已经没，我已经没点了。我开一个小礼包，等一下送给大家好不好？在今天给你啊，今天双十一，大家有一些福利可以拿，好不好？好，赞啊！可以先大家解散一下了，辛苦大家了。耶、yeah. ！我要召集伙伴，我有两个那个传说许愿新块可以丢。好，那么你的脚丢一下，然后鲤鱼王还打得不过瘾的话，可以互相切磋一下，就看一下对方互相带了什么东西哦。那个速攻魔法的太过分了。对啊，真的要练特防啊，真的要练特防。那个太无情了。太无情了，六 V 好难升哦。不会啊，你看看我到两只六 V 的时候就还蛮好升的了。哎，繁星都换完了，我就换完了，我第三天就换完了。然后还有就是，你目前在世界上啊，不是有看到很多那个死掉鲤鱼王 BOSS？ 嗯，啊，也是到今天十二点哦。哦，到今天十二点。对啊，然后万圣节的宝可梦还会在啦，到二十号。好，那我现在制作一下礼包啊。没事，十九号就去隔壁世界玩了。哎、欸，对，十九号就对啊，十九号我们就去世界玩了。对啊，真的可好了，我还是再买一下好了。没有啦，我应该会那个世界二十二一号才拿到吧。我想说直接买那个了，我是买实体版，买实体比较好啦。对啊，要可是现在买了买不到了、啊，我不管。哦，你哦买不到哦，买不到可以吗？可以，好，可以哈。对啊，因为现在买一定买不到啦。啊，东西。嗯，你要加入吗？那个真钻，公制版啊，很赚哦。哦，真钻哦，很赚哦，真的很赚哦。哦，宝可梦的。对。来了来了，我要来我们的鲤鱼王池头那个。不要，那边会很多超能力系。不要，那边会超能力系很多。我去深海。不是，我们家这边都不行，很危险。真的吗？你问。我们家深海有投出我要的啊，还要。哦，你如果。他自己买的深海的。哦，如果你这么相信你自己的话。啊，不然要去哪里？我没有记其他的点。我又深海直接 RPP 啊。有没有推荐的点？99V， 你们随便飞也好。我升了599了，真的快，真的。有99很好升啊，你知道99就是等同于。99就是零啊。就是，对啊，0到30都是一样的东西。RPP 看一个顺眼的。黑橡木林看起来不错。啊，他就是了，他就是那个光柱就是 BOSS 了，不够 BOSS 了。看一下。我去看戏一下，我去你们那边。哦，阿喵儿。你看。然后啊，就是你看下午的时候不是有长招吗？目前。嗯。那时候长招那个要放出来也是不容易啦，就是我那时候不是说清草场地，对，搭配清草滑梯以及复古。那清草滑梯这招呢是在有清草场地的时候是先制一，就是你可以先攻，然后复古是攻击加十二阶，然后就是你放出来这几个东西你放出来你基本上就是赢了，除非被那个金属爆炸或双倍凤凰那种打回去。嗯，那个才没救，把那个基本上你开出来就是赢了。满意？那什么魔偶吗？要把两只六 V 换掉吗？还是继续？活动到今天，你再想一下。活动到今天呢？你赶快先最后敷一波啊！对啊，最后敷一波啊，敷一波了，冲了！对啊，你两只六 V 一起，然后敷一波。你知道我要做一件事吗？我要把我比赛的全部变成新块。我们比赛都6V哦，对啊，我拿的都是6V的，我改好一阵子。来了来了，丢新块的哥，大海了。你是传说的吗？啊是啊。对呀、啊。你要现在丢一丢吗？我剩两个啊，我把它丢一丢。哦。而且我身上有两颗大师球，幸运的话就是我刚好两只把它直接抓走。哦。啊，等一下还有机会拿大师球啊，今天的福利。哦耶！好，机会啦！有了，
哇哦，下马多，马下多了，马下多，为什么你说下马多啊？可是他幽灵哎、欸，他不能用那个哎、欸，不能地球上头，哎、欸，应该可以吧？他是不行，格斗都不行，格斗就是不行，只要混到幽灵就算了，只要有一个就不行了。对，那我要拿其他子，正常打了。啊，不能投篮的。那我要带我的百变怪喽。那我要拿我的西施海人。我的百变怪首次亮相哦。你的百变怪很强吗？就是开局直接变身，不用点技能。哎，少一个。减一，减一。减一吗？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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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秒偷偷来都不讲话。对啊，偷偷来。摔烂扇头，摔不烂啊，他不能摔五十秒。这个不能摔啊，他不能摔啊，可惜。他摔摔不了。灭亡之歌会吹到他很可爱，吹灭不了啦。不行，你念，你想一下，你想一下，打不到，打不到。一个队伍里面四个人吗？然后你如果灭亡之歌你唱了四个人，然后你全部倒了之后，这个集体动作会怎么样？被爆掉，就直接就爆了。你们也会听到哦？会啊，他是全场的，当然是全场的、啊。不能传来给我们，我们会听得到。哦，听得一清二楚呢。我听得清清楚楚，这是跟地震一个道理。地震地震只有左右而已。哇，有两个，好可爱哦。对不对？好可爱哟、哦！大小哎、欸，对呀、啊，大只小只，大猪小猪，开抓了，蝼蚁盘，蝼蚁盘，蝼蚁盘是什么？肉玉盘，肉一盘肉，肉一盘啊！哦，盘不，这球的，雨月，我想说身上有钥匙就抽一抽就。他就中了，爆了，好狠啊！好啦，大家可以打一下这个。等一下，连续两个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太久没玩游戏？哇，你好狠哦！有拿到东西吗？等一下，这身好满，等我一下。我把东西喷出去，我去卖一些东西。我直接卡游戏哭啊！我重开。里面会有会卡游戏，卡游戏这样很危险，好恐怖哦！我刚关站然后离开就卡住了。哦，没事，刚刚我觉得小雨很有体验的、啊。哎，没事没事。他飞出去超多次的。对啊，我直接喷出去。他真的很可爱、欸。我好像没有权限使用那个指令。You do not have。你说 kill 然后吐司喵吗 ？A I T。OK OK。你打 kill 吗？我看一下哦。我看一下你是不是打 Q 好不好？你认真，你打 Q 哦。哇，你很……你要杀了谁啊？你打 Q 一耶！你要杀死所有十一的十一，是不是？你这么讨厌，太凶了吧？哦，好不幸运哦我。啊，我拿到什么？拿什么？我说吐司喵那么好。这个 KIT 里面呢是有100个，就是可以做球的，那就让大家尝试看看运气吧。啊，魔球石 KIT， 一个，我魔钻石，超级，哎 ，KIT， 然后，哦，我运气超乱的，哎，运气啦，哎。我连高级球都没有哎、欸！我一颗高级球都没有哎、欸！高级球打的吧？啊？对啊，我高级球打一颗。等一下哦。哦，没事没事，没有打错。哦，两颗哦，干好爽！哎、欸、干，我什么都没有哎、欸！我超级球只有十七颗哎！我看谁欧洲啦？我要寄刀片了，我知道你家肚子哦。寄刀片。要没了，好了，我自己也领一下。哇，我没有那个，我没有石头哎，我也没有石头。魔球石吧，那多的就可能自己买一下。自己买啊，就打一下活动嘛，打一下，打一下。活动，活动，活动多打一下。哦哦
欸，我有点飞耶，不太对。你几颗超级球？我已经开了，我已经开了30颗，剩4颗。我超级球好像才10颗左右耶，好卡。然后4颗高级。可以问一下这个改版内容怎么玩吗？然后就是你身上不是有特制精灵球吗？啊、哦，然后还有那个魔球石，然后你就是用右键点那个精灵球，特制精灵球点右键，它就会消耗掉一个魔球石。啊，成功的话它就会变成特制超级球，失败的话就是会变那个救急球这样。哦，嘿，然后超级球再往上升就是高级球，高级球再往上就是大石球这样，零都是耗一个魔球石。哦、零呀、啊，啥都没有啊。反正刚就是给你100抽的意思啊。对，给你100抽，几率来说也是100抽会出一颗。对，没有，有啦，不是我一个高级球都没有，觉得有问题。哦，我刚4颗，我走3颗，我3颗出来啥都没有。高级球17颗，嗯，5颗高级球，有机会哦，有机会哦。没有啦，没有啦，你在做梦。有啦，没有啦，没有啦。我前面的几率都用到先用到这里了，一颗。我觉得有条哎、欸，怎么办？我赚，我2颗，还有偷条，我赚烂，没有条，真的，我变了水位，那这可能真的有吧？我也一起变了水位，啊，前一我也是啥都没有，你没差吧？你那天直播3颗大师球、欸，哎，对啊，哎、欸，老板，你是不是欠我2颗啊，老板？谁、欸？哈？什么？哈？哈？什么？哈？欠钱还？欠我2颗？不止吧？还有那个啊，你不是给他吉拉欧啦？你欠我2颗嘞、啊！对耶，我欠你2颗哎。要吉拉欧啦！一颗大师，一颗公园好不好？可以吗？一颗社会的，很厉害哦。可以啊，厉害，公园可爱哦。哎、欸，那个幸运方块没权限使用了。哦，我等一下。哎、欸，对啊，哎、欸，老板，我今天又开到空包蛋你。哦，我等下处理，等下处理。我你们开到电视幕，你们开到电视幕。老板，你的电视，你的台积电。你把他打死，你把他打死。电视幕那个最多只就是他了，不要再他了。股票下跌，好不好？来，我要再来招一个了。我把他打死了，气死。魔球石要去哪边买啊？那个活动商店，你打 event shop， 你打 EVE tape。对。EVE 拿暗贴了，打这个，帅哦！就是你打怪，不是会拿到一个紫色那个袋子吗？这边太多，对，好卡，哎、欸，超卡的哎、欸，你有没有发现啊？你等一下清理宝可梦，你们注意一下哦。好，那先你等一下清，我等一下再那个。梦梦，你这些都不要吗？不要。哇，你好狠哦！你怎么那么多颗高级球啊？对啊，你很，你五颗、欸，你很猛哎、欸，4颗，你几？1、2、3、4，5颗吗？对啊，5颗，不就5颗？我看一下，是1、2、3、4、6吗？五吗？1、2、3、4、6，1、2、3、4、7，我没成型。哇，这边太多鲤鱼王了吧？啊，梦娜都给你。有没有？你不觉得有鬼吗？至少你有高级球，我没有哎、欸。好耶！这边鲤鱼王超多的、欸，你看那瓶。哦，一整坨。我之前在想说要不要把家里面弄住、我想跟大家收 UB 球，都是 UB 球，就那个、是二级球，哦，一组一个大师球，一组一大，没有啦，没有啦，那两组一个我比较便宜，两组一个，用新块换，有没有换新块的啊？新块，我新块还有一组多，你想一下我们新块当时施舍给你，这样用来换，这样好吗？啊！可是我想要去弄一下史拉比的。我知道啊，我知道啊。不然你就去丢嘛，没有的话，我们再有没有赌博末世路、哦？没有说啊，再加。然后要插旗是不是？要插旗？不用插旗啊，刷卡。刷卡。那我想问一下那个 Mickey 的部分，那个。Mickey Mouse， 不行啊，不行啊！哦，那是他那个什么，怎么烂掉啊？Mickey 那样，他那个几率是因为 Boss， 因为不能正解 Boss， 所以地点增加，还是他本来地点就是哪一只宝可梦？大克莱因是 Boss，
他是 boss 啊，那个是活动的关系，我额外调几率提高的。嗯，所以他不能抓，的神色不一样，不能抓、哦。对，那个不能抓，那个只能打掉而已。你在做梦都不对。我也想，你对他丢了几个大师球？你说。我没有，我连见都没见过。达克莱伊吗？超多的、欸，达克莱伊耶。你去中间，对啊，对啊，都是 boss 啊。你是要他的，你是要他的珠子吗？百万珠子。百万珠子是什么？他只是想抓他而已吧。哦。他是我的系啊，二系啊。哦，他是你的菜啊，好。哈哈哈哈哈。也是。好，我要来。哎、欸，你要先清那个吗？清了，已经清完了。这些是 boss 啊。那我来放了。这是哦。啊，这谁？这谁？啊，他是那个那叫什么？他是一个金属的，马蒂亚纳，对，还是什么的？他有什么五百年前造型的？的那一只是对，他走路还会跌倒、哦，很好笑。他走路还会跌倒，很好笑啊！跌倒是什么概念？就走路跌倒啊！走路跌倒啊，很容易跌倒。他看起来很嗨耶！可以灌他嘞！对啊，他可以灌他球，可以灌他球嘞！灌篮减二，灌篮减二。等一下，等我。灌篮哦，我也去灌一下。看起来超嗨的。嗨，盖盖。又为什么你今天中二奖三奖机会好大、啊？谁啊？二奖三奖。月啊，他太久没上了、啊。你那个抽奖的广播很多都是二奖或三奖的。哪个是二奖，哪个是三奖，我看不出来。那种传奇新快之类的，像是惩戒之虎这种就是二奖，会跑出荧幕上面的都是。五个什么什么什么转换器也是二奖啊！今天米菲还抽到一百个宝贝球，他抽一百个宝贝球，那是全伺服器出第一次哦。没错，只有他抽到哦。地球上头，哦，他好粉哦，还是这个光的关系？看看我的，他是我记得他是白色的。看看我的阿尔宙斯，宇宙不同。他是一个机器娃娃，对，机器娃娃。他好像球女哦，球女，球女，他圆圆的、啊。哦，球女是啊，是啊，他就是、啊、他就是发条啊，蛮像的、啊。那是他也是发条的机器娃娃，他就是发条啊。来，生命水滴啦，来啦，下去啦，无情摔烂。为什么我现在观众开始卡住啊？烂游戏，我要把游戏关掉了。你开什么？哦，我关在你们极具洞穴就会直接就是卡在那边。换你了，那直接爆炸吗？我就喵喵，那只叫谁来着？一什么东西？那叫声好电的。我的吗？不是啦，没有没有，我说这是神兽。幻兽，他屁股动哎、欸，他屁股动，屁股动，真的、啊？哎、欸，真的哎、欸，他屁股，那个裙摆后面的那个，大概是拿来擦的吧？拿来擦什么？什么？那个发条啊？什么？哦，那发条也是很大、啊，嗯，大发条。白痴，我不要。干嘛？塔尔的几率也是，不对，那是不一样的。伊菲尔塔尔，伊菲尔塔尔。那是在那歪鸟哦哦哦哦哦，哎、欸，对，我要把我的那个 X 路拿出来骑。哦，对耶，你改好了吗？还没，要伺服器重开。要等十点。哦，也不用啦、哦、我可以现在。不想看到这只啦，我有两只毒 baby， 哎、啊、不对，三只毒 baby，、哦、我四只哎、欸，哇，我四只毒 baby， 一只他的他妈哎、欸。对啊，我有一只他妈的。等一下，淹死他！我现在还说，哎、欸，杰克，我孵到毒 baby， 要掉水里淹死他。看一下，四只，好，第五只他妈，我开啦！好气啊！两只水母，每个人都很讨厌毒 baby 耶。哎呦哎呦！等等，我再把它丢进去了，等我一下。你看我两只水母，我三只水母。啊，这一直孵蛋孵到啊，孵一些其他的，一直孵到一样的。那也是孵蛋的、啊，我给你一只、啊，我以为你孵蛋孵得到异兽啊。梦娜不是都是开到的吗？对啊，我都是开到的哎、欸，开到毒 baby 两只吧。
我好难过、哦。还有谁？还有谁？那个我有欠他 Lucky Brother 的。我欠你有三颗。我有两颗，我两颗。啊，小雨过来这里。耶，谢谢。哦，对，他两只都被，但不是几率会爆哦。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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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是 bug， 是 bug， 我修不掉。你可以申请一下，你可以申请国赔。我上次跟土司庙好像各开的，不是爆了吗？我爆两个，你爆两个，我爆一个。每次第一颗、这边两个，对，第一颗都是痛的，都会爆掉。然后梦娜，我三颗，我刚大师球爆掉。我也是没办法，那在那边加了，哎笑。紫薯小鸟，西施海人，没东西。哎呦，这什么？蕾蕾丝啊，没看过。蕾蕾丝啊，哎，他说我其他底下，我还没敷到他哎。你要吗？你有敷到多的吗？我敷不到的啊。哦，不是，我说你有多的吗？我四只都多的啊，你觉得嘞？我刚刚在这里、啊，一个吗？那你给我一只，我开个图鉴。哇，好多的你好多啊！不是，为什么你们负担都敷那么？百变怪啊！哎、欸，你又没有常常上线，啊、你们有常常上线吗？24小时。四组百变怪在敷、欸。没有，最常上线的真的是繁星啊。对啊，一次小雨蚂蚁土生喵都还蛮常玩。好、接下来是我是前阵子回家比较少、欸。那你们看看我大大的。那还好。没有这个我也有。很可爱、欸，那你看看更大的，哎、欸，你哪里哪里？那我们之，你知道之前我的版本啊，就牧场基础会塞六只，我们就塞六只猴精王，然后再一个。对啊，那个超大一个，全部都塞。哎、欸，我卡了哎、欸。好了。哦，来啊。哎耶。什么？你的夜空座哪里？你说、啊。叫你放出来啦。啊，他睡在睡。然后我想问，有人有泄米吗？泄密有没有、欸？没他不是也换兽吗？我还没看过他。干嘛欺负人家？人家没长大哎、欸。Oh. 没有，因为其实那时候李荣比赛，我想要泄密的招，有一个叫冬之闪光。杰克今天问我，我说没有，没看到。对。我前几天敷到这个超大。铁火辉夜。铁火辉夜超大只。有人要来打传说的血缘新快吗？好啊，我可以去看看就好，我不要点观战，我怕了。我来了，哎、欸，这里会辛苦多哎，这里很危险、欸，都没差吧？很危险呢、欸，这边很容易出，就是那个，就是团团的洞哎、欸，对，这里是都这地，这边团团的地耶、欸，这边都是，对啊，这里都被团团包围、啊，你知道团团在这边就已经带了四颗大师球了吗？对啊，你看我今天去那边，至少就有两只都是没照顾的。而且你要知道哦，你要知道他还没还。对，他根本没上线呢。他捐款而逃。就这样子跑了。对。好扯，好扯。没关系啊，反正传说他随便都是地形没差吧？没差，传、说没差。那就随便啦、Go。哎，怎么没？阿甘呀，百变怪嘞。那个了，那个了，哎呦，哎呦，啊，那个，你看，你看，团团的，团团的吧？你刚刚就跟你说了，而且就是在这边抓到克雷瑟利亚的哦。我在这边也叫一只哎，就跟你说这边是团团承包的哦。哦，对，音乐，现在这个这个哦哦哦，没事，那你要不要抓啊？有很多那个笛子。还好，二十大王，管他管他，那过来，那个天界之敌，我一直都没有，你们怎么可以这么多？我很多啊，哎，我天界之敌，我笛子也没有多的，我有很多，还有三个，我怎么打过一个？我多一个，我连铃铛都是超后面才打到，我的笛子大概还有三个吧，我铃铛昨天跟波我在打 pass 的时候，它突然响了，而且两颗一起响，哎。哦，因为你摆两颗出来，靠太近，靠太近会一起爆。嗯，可是他出两只给我哎，为什么两只给你？好的，哦，他一直出两只哦。对啊，他出两只给我。然后你抓到了吗？两只吗？没有没有没有，他我一只死掉了，因为还有另外一只，还可以再打。哦，连续打。哇，厉害！哪一只回血啊？这个能靠音乐把他盾打掉才能参战。
不行嘞、欸，我要停止观看，我还直接卡在你们对战，这个太痛了，完了，不行，绝对不能按观战，连观战都没得看，出事了，你会带你几句话吧？好、哦，快速把他盾打掉，是不是？对啊，因为我们都会打肉，打他的肉，只有你打盾啊。来了，轮到我了，我把他打掉。不要给音乐打就好了，你的下一家就是他。哦，对，没事了。那他要变成33%啦，小丽。小丽打破啦！完了，打不死了。被满了啦！真是的。打不死了啊！爆了！爆掉！打不死啊！哇，居然有灌篮灌不死的！他一直回，一直回啊！他真的是回烂呢、欸。这边不好投，对不对？投什么？传说的。我觉得换个地方好不好？换个地方。你是要投什么？传说新开啊！啊，一定好投啊！我觉得刚刚那个不错啊。对他都出新的、啊、来了，来那个杰克隆姆的生产地好不好？莽原，哦，你有杰克隆姆的生产地？莽原吗？这边不是那个吗？啊、不是，把那个真叶林。这边出了雷公、炎帝、杰克罗姆，还有什么？哦，这是我们上次刷的那一个。哒哒哒，啊，投了。什么？啊，小心鱼！哦、我要回去，我回去了。怎么又是超能力？这小心鱼超可爱的。很可爱啊，可爱哦！想抓一只，抓，想抓想抓，抓，都抓。你直接开场几句吧。嗯，音乐直接几句。不要观战哦，很危险哦。害怕哦，很危险。我本来以为我可以打的。打什么？他们满了。那我先说，我一直点不低。他才两个盾。他是小只的，他还没，毕竟他还没进化啊。让他知道社会的残酷。再见了，好可怜哦。这是哪里啊？我没看到他。哦，他浮在上面了吧？哦，他真的好可爱哦。你值得拥有网纹球。我要直接大师球抓烂了哦。抓烂了，给你抓下去。科斯莫古，哎、欸，这是已经那个了吗？那科斯莫古还要再进化，还会再进化一些、那個，对，变成一颗眼睛。科斯莫古，哥啊，哥，你看我。嗯？哦，对，我在看他进化条件是。哦，等级。我也可以來开一个、欸，43，他已经75等了。我没球了、欸，哎，可以带啊，不是还才1200而已。哎、欸，他小只的哎、欸，是小的啊， yeah, 小的，不是，我是抓体型，每只抓到每个人抓到体型不一样，好像 IV 一样啦，对，体型 IV 一样，可是体型不一样，就这样就进化了。那只好小，好可爱呀、啊！哎、欸，我新换没了。不然他43等就会进化没了。等我看一下我那只。我贡献一颗吧，送一下。那现在每日奖励也很好啊，有新块可以拿。拿。有我看到。哦，你有梦幻。你有梦幻。啊，是克隆啊。你有梦幻？不是克隆啊。不是吧？我说你可以去刻了吗？哦，那刻下去就不见了、欸，还要刻哦。对啊，那不行。要刻下去不见吗？哦，对啊。什么？就三次啊。三次没中就没啦、啊。对啊。你忘记了？本体会在啊？不在吧？不在、欸。不在了吧？我记得不在、欸。三次用完就没了。那你可以刻两次。对啊。刻两次有着。可爱一下的去手吗？下雨了，就这样。吉拉奇，我要自己打了，各位，拜拜。
不是我的了。哇，一颗球我来了。我还有球。看来我今天抽的球都是在这里。哇，我来了，我来了。他是不是还是有超能力啊？有，不是单纯是小雨喜欢。对啊，主要是他很可爱。嗯，又是超能力的，没错。Jesse， 好可爱哟、哦。哦，对了，要十点了。哎、欸，十点哦，十点不会重开，还好。我、哦、吓死了，我想十点要干嘛嘞？十点了，跟重开一样。你不会自我再生吧？你应该不会自我再生吧？应该没有吧？你给我乖乖进来哦。他会彗星犬啊。哎、欸，里面东西是你的吗？把它拿去卖一卖呀、啊。钱的。哇，值了，值了！今天的离王大赛，这原版就这个了。对，没错。我在想说，如果我赢了，我就要拿它。香菇可以拿去，哎、欸，那香菇很值钱的，那个香菇1500哎。你可以拿去卖。拿去卖啊！为什么不能拿去卖？你三次聚宝攻击也有1500，你知道吗？啊？好小只哦！要比大小吗？要比大小吗？要比大小吗？未来。我的大只。我跟繁星老乡差不多啦、欸。我的天哪、啊，我的更大只。超大。庞大的迪拉奇。对，我的好像比较小只一点啦、啊。对，你的小只比较小。我体型是小。啊。哎、欸，我是巨大哎、欸。小哎、欸。我是巨大。巨大哎、欸，对，你的比较大只一点。啊、哦，好可爱哦！我要来叫，我要来叫。老四。我还有，我一口我被埋住了。杰克罗姆，杰克罗姆，你的东西啦，你的东西啦，谁要打这只我有了。哇，你心心念念这么久的黑暗球说多看，别过去，今天打就丢出来了，你开的，没有啊，因为他那时候是用普通新块在刷的，走，那时候用普通新块开出来的，对啊。Hello， 好，安安，不能观战都不对，不能，你可以观战看看啦，我不要啦，等下你们动爆了怎么办？对啊，很危险呢。哎呦，啊，快掰了，啊，快掰了，啊，被摔烂了，他被摔烂了，不停摔烂。那我要来开我的箱子。好烂！柚咪咪，可是柚咪咪的颜色不太一样呢。有吗？一样吧。是吗？它是这么红吗？是吧？好了，应该也是啦，不然。我记得是这个颜色。感觉带干岛那些应该也不会有那么新版本的。对啊。啊，放成它的。哎，露迪欧。再见了，柚咪咪。这边火焰马。不是啦，是凯路迪欧啦，是凯路迪欧啊，彩虹小马，彩虹小马吧，这个啊，那我打一，打一下，用个九十分钟，这次我已经看到他超多次了，从来没抓起来过，我第一次看到他，关，对啊，海边会长神啊，关吧，开罐开罐，无情的灌篮小队，无情的爱与宙斯，对。老板，等一下十点我重开一下好了。可会卡卡吗？因为不是不是，那个把那个鲤鱼王的飞行关掉了。啊啊啊！哦，我们终于可以骑神兽了。对啊，可以骑神兽。那只好小只哦。哪一只？杰克罗姆，矮小，大小是矮小。好小、哦！哎、欸，好小哦！好小一只哦！好小只的哎。小只啊，他这样看起来屁超大的、欸，好可爱哦、喔！杰克好小、喔，好小，杰克好小，大还特伟，搞什么说什么小，小哎、欸，好好说话，小哎、欸，爆了，爆了，我还合体给你看哦、喔，你说球雷姆、啊，你合体不是也是我抓的吗？对啊，啊不是我借的，你开的啊，你开的、啊。我傻眼呢、欸，都是你的东西耶、欸，为什么、啊？你要看一下团团。对啊，你要看一下团团的东西、啊。开的。
我都很拿东西啊。对啊，帮他开的。哎、欸，不是我，我就觉得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的神兽真的很多、啊。对啊，一部分是这个，对，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因为自己自己拉起，来一次，来再来一次。没抓过的，没抓的去打。没抓过的，该抓喽，该抓喽。我是刷过了，我是有一次啦。没抓到了。倒过去。啊、拉基奇，钢加超能。钢加超能力。这种东西就是摔，好不好？摔啦！小孩子就是要拿来摔。好可怜。好危险哦。卫星拳，还有一个有人来吗？等一下哦，等一下哦，让我的杰克变更大啊！你想把它变大吗？完了，我给他穿上基因之气，不对不对，要反过来。不太对，不太对。哦，等一下，你渔网。我虎头。地球上头，哦，哎，盾好多啊。嗯，神兽基本是八个啦。哦，他肚子眼睛张开了，哦，没有，他会张开吗？看错，看错，很像张开，对不对？哦，你说他突然闪一下，是吗？对啊，旁边有传说的 BOSS， 哪里？抓了，抓了。传说 BOSS 怎么传说 BOSS 打了他了哦，那个不是啦，这个是那个啦，活动 BOSS 啦，是啊，哦，你打加四十等而已，加四十等而已，他变矮小了，我打的，我可以用礼物打他吗？矮小吉拉奇，不要好，不要乱死，这个我都拿几句水砸两下，没有，我是帝王之歌，几句几句防壁，对吧、啊？我也只能这样子啊。哦，哇，好大只，什么？是什么？你什么？你什么？你说？哇，奇拉蒂娜哎、欸！那个，奇拉蒂娜，超大的、那個，他记得。讲了，奇拉蒂娜。那個、哦，蚂蚁也可以。龙，哎、欸，这不能摔哦，这不能摔的哦。对，还有幽灵，不能摔耶，不能摔的哦。洞穴，洞穴，不想要外面，我不想要丢。那边矮小了，我想把它洗到猪。花钱，花钱啦、啊。花钱最快了，对不对？他没钱了吧？还有那个，我还有变换体系。还有一个，还有一个。他不巨大了，完了。这次传说 BOSS 竟然没有给袋子哦。比较高几率拿到袋子。嗯、一个都不给我哎、欸。那就是明年啦。反正就是大只 BOSS 有两个。你传说他是第五等级的 BOSS， 然后你有就是每你有五次跳30%的几率。哦，是这个意思。哦、对。所以我拿过最多，对你五十都没跳，你都中那个，你都中那个70%，你中70%，哎呀呀呀呀呀，安全加抽，哎呀，对对对，哎呀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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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转哪边秀了，好恐怖哦，哇，还有三只哦，好猛，太神啦！好了，我这边先结束了，好，辛苦啦。辛苦啦！哦，要去抓那一只可以跟这两只月跟日可以合体的啦，想起。哦，之前明天开始抓，明天开始。好啊，遇到叫我，不是遇到要开抓叫我，应该也不用叫啦，这时间是醒的啦。你看，连前面战斗就知道了，没在睡的。我勒个！打不赢对不对？打不赢对不对？大哥了，闪烁没了，需要我们了对不对？哎，他会回血啊！他那个分担痛处，他那个平均、啊、均负卡，对，均负卡。
这样可以吗？这样理解了吗？军血卡，嗯，让大家全部回到野库缺血。哎、欸，打不赢了啦！靠北，我制裁框力没了。我也是。哦哦，完了，尴尬喽。啊，你们只有两招攻击啊？没有啊，因为阿尔宙斯很多是一般属性啊，然后另一招 地球上头又是格斗，打不到他。嗯，打不到。啊，我怎么有一招是土，不是土的？哎、欸、哎、欸、什么什么？你有学别的吧？地震之类的。嗯，你有学其他的？对啊。加油，你们可以的。加油，妹妹。我就一直回血。妹妹下去啦。几句全都打不到啊。好啦，假装摔一下。假摔。假摔啊，有那边偷摔啊。打假摔啊。打是最后一个盾啊。最后一个。No, 他33才有。哎、欸、为什么这卡住了吗？蚂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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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蚂蚁爆掉了。哇，我的太，他也是要点啊，你也是要点啊，我是要点的、啊。他点了，爆掉了。哇，好难，要卡了吗？坏掉了吗？坏掉了。就大家用力点，爆开了吧？用力点，狂点猛点。你记得要把那个箭头要一直按往下哦。有吗？有按吗？有按吗？有啊！哦，对不对？有人在搞，有人在搞。哈哈哈！哎，他有在动，没事。啊！我要死了！没事，倒两只而已。我们两只打不了，但是也打不了。我们只会自我再生的，我们只是自我再生的废物。没救了！我怎么敢用阿尔宙斯啊？我身上都带阿尔宙斯力水、啊、哦，不是你啦，其他人啊。我没有带阿尔宙斯啊。哦，他在分担痛楚。我要起半战兽已经不是我要起他。啊，如果是属性的话，应该是属性毒啦。没有解药。他是写属性空。哦，应该你还没命名啦。对啊，他改名字。他很重。他没有。很重吧？喂、欸，有记得好像700吗？有没有很重吗？700吗？还300？那超重哎、欸！那很重啊！超过200就很重了呢、欸。700超重哎、欸！可是超过200只有两倍，你知道吗？对啊，对啊，所以你那时候讲说200的时候，说不要，黑暗起来不要转这样子。好啦，十点了。好、啊、结尾，我等下会速一重开哦，去现在。怎么有人一直丢在我身上？哎、欸，那是钱呢、欸，那是钱呢、欸。我刚刚看到蓝色。去关台。好。好啦，感谢各位今晚，我今晚本来就是没有想要说获胜，所以我才会那种。来搞的队伍啊，至于为什么没有说用那个打铃那些队伍，因为这几天看下来，就像今天看台好了，然后或是跟杰克有去稍微就是对战打一下的时候，都是你撒铃撒不到，然后除非你的对手要跟你耗，你才有办法抵嘛，像杰克啊那个小雨就直接一开始睡，然后直接劈烂你那种，就根本击不到啊，所以没办法，所以后面就把一些技能全改掉。这样我来讲一下我的配招理念哦、喔。比如说纯白的鱼这个好了，这个很明显就是最后的之前的叫大将鱼的，你看就是一开始复古，然后就交错闪电劈下去嘛，因为。我还有另外一只鼓动这只，我测试过了。如果就是复古跟电源有，就是两个要唱到，已经两个回合了。那第三个回合再滚动的话，其实我这只已经差不多快死了。但是我滚一次，可以把一个我练特防的一只滚到快死掉，就滚到剩下1/4血。
然后第四回合再滚下去就直接死嘛。那第五回合他的伤害就超级超级高，理论上是直接碾过去的。所以，但是那时候想用胶棒，可是看他们这样打，我也来不及，对吧？那再来没有光的世界巴洛克嘞，这个就是中锋鱼。那时候本来要带那个70皮带，就是拼金属爆炸嘛。然后如果速度发现够快的话，就是用戏法空间转一下，然后让后面的这只，后面的大将鱼速度快一点，这样子。那再来，这个纯粹是好玩的啦，因为挑衅就是不能放状态技能，就像云月那样子，云月不是撒灵，然后月光之力还叫什么的啊？宇宙力量。不是都是那个吗？状态招，哎、欸，然后就强迫他只用放伤害攻击的嘛。然后，但是如果，我速度比他快，他如果，应该说，我应该要速度比他慢。如果他放到宇宙力量之后嘛，挑衅，然后就放什么再来一次这样子，然后定身法，这两招就很好笑啊。你看，这个是连续三回合只能使用同一个招式。那这个是一个四回合内不能使用同一个招式，所以就是会挣扎。但是我怕他又挣扎，就学了黑色目光，让他不能换掉，就是不能，因为这些替换掉就好了。然后想要学黑色目光，就是让他也换不掉，只用挣扎打我。哎，那再来这只纯粹就是唱灭亡之歌，然后。先用黑色目光定住他，然后唱灭亡之歌。然后如果他撒灵的话，我就用高速旋转，这样子。这真的是纯粹好玩的，今天才开始练这一支的。那我觉得这支真的很可惜没有玩到，因为这支没有速度，这支是普普的，没有速度。那再来这支哦，对，这就是那个先锋鱼。就第一只嘛，一开始的撒灵、自我再生那些是在这一只，啊，后面我忘记有宇宙力量了，我跑去学那个防御指令，就是每回合加一的特攻特防。第一场的时候有用到，但是后面发现他们都是打速攻的，我就没有再放他出来。那最后就是这只啊，刚说的，如果变圆跟复古都弄到的话，滚下去我就赢了。但是你看。先打下来几个会睡人的，除了杰克跟我，其他人都会睡，对不对？所以没办法，就这样啦，感谢各位啦，就这样咯，感谢各位进，巫师帽不见了，辛苦啦，还是泡芙，我这样撕你好了，哈哈，就这样啦，感谢各位，大家晚安啦，领个蛋。泡芙，我问一下，不然现在问你好了，在哪个地形可以拿到？啊，算了，我想说，我们计划个双奶先来玩，因为我今天又打到了这个爱心跟草莓吧，只要。对他点右键转一圈就好了嘛，不用升级吧？好饱！咦，要关了吗？我可以再撑一下下。看练了这些，就丢掉啦。啊，应该。跟诺英说一下，等一下哦，想说。活动他刚说到12点，想要叫他上来领一领。
哇，漂亮！热情。对，右键围着他转圈圈去休息，还不是还没睡？要，等一下，等一下，我去看一下。而且我真的做了很多笔记，你知道吗？我还说，嗯，先锋一开始先用挑衅，让他不能用招式。那当他攻击你的时候，再放那个什么，定身法。哎，定身法就是不能再使用任何技能。那这样我就赢了，对不对？结果他挑衅只能用的物理招式打我，我干太痛了吧！哎呀，等一下哦，我想要骑神兽、哦，我还是别硬撑的，是还好哎、欸。啊，我赖你一下好了。我要进去了，等一下下一个进去啊？什么？你不是在玩游戏吗？做滴滴对面就是，不滴我滴起来，我是不能看滴会打、啊，我按、啊、你那边就鲤鱼网呗，奇怪。鲤鱼网，滴滴，怎样？哦，我要问你这件事情。我看繁星在干嘛？我喝。先找不选。哇，我可以骑了。我先待会先领好吗？可是我还没有更新那个包哎、欸，那也要烧情侣吗？那也还好，那一对有没有另一半都觉得还好。你说年底不是啦？因为你们就是我的另一半啊，对吧？我花心大萝卜全都要哎、欸，我滴一下反星。我先。当然，最想骑的是这只。啊，他不讲话啦！哎，他不可以骑哦，还没关掉吧，杰克？啊，不是，我就不会按照新的你骑过来，想被杀！啊啊！看一下哦，看一下，诺英不是，宝可梦，宝可梦。你为什么要一个人在那边啊？我一个人在哪边？啊啊，就没人啦、啊。不是哦，那我打给你，鸡掰。在哪里？喂。因为我被抛下啦、啊。我被抛下啦。哎，因为你不讲话啊！我不讲话，不是我不讲话，有延迟好吗？等一下，你讲话，等一下讲话，讲话很大声，他还没有换掉。没有，刚刚小光声音太小，你声音太大，很奇怪、欸。喂。哎、欸，是。有听到吗？有，小光声音太小，我太大。对。哎、欸。啊，
然后给你鲤鱼网，赶快把。我我知道，我说想说给你鲤鱼网，把东西拿一拿。三岁。好。等一下。等你啊。我先看一下要怎么安装。你画面我看。OK， 然后呢？嗯，看你呀、啊，他说我 error， 哪个游戏啊 ？Apple 吗？还是宝可梦 ？Apple。哎呀，不能 A 了。不能 Apple。好吧。他又给我关伺服器了，我死去。Error， 妈整天他妈在 error。找到游戏档案，删除，再把。找到游，直接找到游戏档案，删除。来，游戏打开，有我的游戏库。然后，游戏库，右键，解除安装游戏。是。哇，那你要再安装一次，不是很久？对啊，所以我只能明天玩。哦，来吧，宝可梦，领完东西，我要去睡了。想说有大师球欸，不拿白不拿。繁星的声音大声一点比较好。干，我耳朵爆掉了，你跟我说他声音大声一点比较好，你是想要我死掉、哦？哎、欸，我 Orange 在哪？对呀、啊，那么贴心，希望你耳朵爆掉。普通啊，最贴心、欸。哦哦哦哦。L 怎么用啊？嗯，我怎么用？新的就打开啊，你就打开登录器，对啊，完全没有变啊。哎、啊，那他为什么、哦？反正就只是要更新而已。对，感谢续订，帮我转告诺英要投票。好，诺英，杰克说要投票。投了，那投了，好好好。可以骑了吗？可以骑了吗？杰克，可以骑了吗？一把。哦哦，有了有了有了。这太高了。那我下一场能不能？啊，好可爱啊！终于不是只有鲤鱼王会飞了，开心。可是我没有一般神兽可以飞，好想哭哦。两只，能办战兽会吗？五五开投票就看你了啊，最后还是你会飞吗？他不会飞，那你会飞吗？你一定不会飞，不行啦，我没有一般系会飞的神兽啦，在干什么？哈哈，我爸今天又领养了两只鹦鹉回来，他觉得上一只领养回来的鹦鹉因为已经长大了不会说话了，他这次又跟别人领养了两只，因为他说那两只也是人家又不养的。我想说
这个大小就已经不是幼鸟了啊，你还领羊回来干嘛？你说他们吗？我爸啊，我晚点去拍给你看，两只应该算是，就是嗯，浅浅是一只中的中型鹦鹉，中小型鹦鹉，然后那两只领养回来，他说是幼鸟，就看了一下，啊、干，啊毛都长齐了，你跟我小时候这是中小型。好大只哦！不行，这只也不会飞，这只只是飘。哎，他自己回到宝可梦球里，不害羞。你那边进展如何？你那边进展如何？在开，在开。哦，那你等一下 IP 要折哦。嗯 ，IP 要重新输入。繁星阿尔宙斯不是阿尔宙斯，他那个也不算飞，他是飞，可是他不是我想要那种飞。因为阿尔宙斯是人人都有的啊，国民坐骑。当时报道想。在这里，就是不用。米菲说这只很恶心，很像手在头上。你是没看过鹿哦？我手在头上。很滑，就是很奇妙啊！因为它起飞比较像是在跳，跳之后才是你看，这是它起飞。就是你要空白放开，就是会往下降。你就是要空白放，然后放压。应该是改旗这只吧，有点可以啦，你啦，还有你啦，在笑什么？阿达。刚刚解开了，道路看不到路，所以杰克你会穿女装的，不对。你赢了哎、欸！IP 是在哪里啊？谁、欸、？IP，IP， 我贴给你、啊、一样吗？都一样的，记得这就好。啊、哦，没看过。没看过？我没开过。哦。下次玩，如果还有二周目的话，别刷这个22的就可以飞了，还没练到36的孩子。
你不要小青云吧，你有病、啊。等我一下啊，大家。好。不会哦，啊，你都赢了哎，我穿个女装庆祝一下。啊 ，IP 呢？一样啦。一样啊。没有的话，我再贴给你。其中一选一个，关麦了，关麦了。为什么你是骑在头上，我骑在脖子上？你看。我骑这个哎、欸，为什么骑在头上？还显示 bug？ 抱另一只、欸、他在干嘛？好路对啊，大大快点，很快。对啊，为什么没有孵到二十道？就考干嘛？快点，先回来。我怎么了？啊？怎么了？你打斜线 K I E， 怎么过？哎、欸，杰克，指令怎么打 ？K I L T 吗？然后空白四个一。哦 ，K I T 四个一。抱歉，有了吗？啊。然后你现在手上不是有宝贝球跟什么魔球石？有吗？有。然后你拿着红色宝贝球，啊，随便乱扔，按右键。我把我的魔球石随便乱扔。不按右键啊，不用 Q， 按右键。宝贝球哦。那你 这次打活动有拿到那个吗？万圣节的袋子。Hello？
你在跟谁讲话？跟你啊，要不要跟讲话？什么东西？我说你这次打有拿到万圣节的袋子吗？没有。你都没有打万圣节活动？没有啊。好。我最近出了一些状况，我有点害怕。我状况怎么害怕？就是我跟你讲的那个。啊？跟你讲话。听不到。就是你自己想吧，我最近发生了什么事？哦，导致我有点害怕。好，你现在要几个超级球？我不知道，20个吧。看一下。20个。特制超级球哦。特制超级球5个。哎、欸。你先叠一叠。9+54。好卡。哦，要帮我 TP， 帮我 TP 一次。好，算了，别 TP。好卡哦，你在更新东西哦。那、嗯啊、我更新。你说14哦。嗯，14。好，买给你。有击球。因为这个东西可以敲出大师球。这个是你打那个，现在打每个宝可梦都有机会掉紫色的袋子。它、啊、那个就是可以代币，可以换这个东西。那继续扔。对，继续丢。好了，两个都不对。嗯，好，你跟我一样，你比我幸运。我刚刚什么都没拿到，来，再给你两个，这两个，因为高级球再就是大师球了，看看你有没有几率，有没有那个运气丢到大师球。哇靠！有一个啊，那送你，存好哦，你不要丢到右键哦，丢到右键会坏掉哦，存好哦，不要放在快捷键上，对，这是这次杰克用活动的东西，就这个，可以自己做大师球出来。那另外一个东西是鲤鱼王啊，因为想说你前阵子也没有在生嘛，啊，会留三只给你，就是怕你说你没有在用。啊，就是我那天不是教你孵蛋吗？我们那时候孵蛋就是因为要孵鲤鱼王，然后拿去换大师球啊。嗯，好，那你等我。啊，对了，白痴了，我忘记看那个了，白痴了。直播画面吗？对啊，你没有提醒我。我没有在看你的话。OK。5、6，嗯，来，这三只。等一下，想说再生就好了，这给你。那其实也是可以用那个一般宝贝球，再加3个钻石去换那个特制精灵球，自己敲这样，所以。对，我这几天跑下去挖矿，你去哪回来？我的那个吸不到有游戏。你是说麦块哦？游戏截取吸不到。对啊。啊？这个吗？很像蟑螂。你说谁像啥？刚刚叫做死神官的东西。我以为你说我像蟑螂。你？对。然后嘞，你想打我？对。还没有蟑螂打得赢我哎！我连蜈蚣都敢抓，你觉得蟑螂打得赢我吗？好啦，你累吗？还好。稍微。你说我累吗？
啊？高伟，没有，可是我没有在跟你讲话。哦，对，潜行是这个，哦，不鸟这个，这只很可爱。迪诺利斯，你，是，嗯，你把它打死的吗？对啊。长这样子啊，这个东西，任何宝可梦都会掉这个东西。你点右键就吃掉它了。嗯，他就说你获得一枚硬币嘛，那你打斜线 EVE， 然后按 Tap， 有吗？一个商店。有。哎，那第一个就是上面他有说多少钱换多少东西，那刚刚那个东西就在第三排的中间。啊，这些东西都换得到。第三排，魔球石，对这个东西。嗯，就这样。好，来这边，你的箱子里面。三只鲤鱼王，你打没 new？ M E N U。然后右下的鲤鱼王点了吗？点了。然后先从最左边的那个开始点，应该只剩下第三个吧，最后一个一百等的有吗？就是一点什么？你现在在哪个画面？点那颗蛋。有吗？鲤鱼王孵，然后你应该只剩下最右边那个鲤鱼王可以点吧？要把它吃掉吗？你先从最左边开始点，因为他是说你身上这个体质是从几趴几趴几趴的，有听懂吗？没有，但我吃掉它了。你为什么要吃掉？那你再打。你打斜线，不是要让你吃掉，是要让你，哎，对对对，是要吃掉，对不起，是要吃掉。那，抱歉抱歉，我很累，抱歉。好，那你再刚刚那个动作再做一次。可是我不知道是哪一只，哪一只什么哪一只，你不用不用，你就打 menu。啊。你看到那些 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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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啊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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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我给你的。啊。对。阿 P 是要把它拿出来吗？要啊要啊要啊，你要放身上。啊，然后呢？好，那你就打 menu。然后那个蛋，然后从最左边开始点到最右边。都点了，不是吗？都点了，那你有拿到大师球吗？有啊。有的话，那就是再就是从就是回去。回去哪？不是啊，你没有全部点完吧？点完了，我拿到啦。不是，啊，你一幕分享。你为什么？不相信我？不是不是不是，你领完的画面跟我领完的画面不一样。哦，我知道为什么了。哦，好，我懂了，对不起对不起，他说我身上没有鲤鱼王，抱歉抱歉，我知道原因了。那你再来是点最右边那个，要把这三只换成一个东西叫做传说许愿形块。打 menu， 然后右边，对对对对。点三下，好，三下。哦，对对对，进去选一只，选一只，随便选吗？不是随便选，三只都要把它换掉。哦，嘿，那这三个东西就是可以强制招出一只传说宝可梦，这样。对，那我们刚刚我们比赛结束后，都大家在那边乱丢乱抓，这样子在玩。好啦，就。
这次活动是这样子，鲤鱼王的活动到这样子啊，到今天，所以才想说叫你赶快上来。那敲球的话到20号还是可以上来打硬币做大师球这样。嗯，好啦，你可以去忙，要玩。我要忙什么？嗯，看你要忙什么。我没有忙什么啊，我也没有忙啥。啊，你分享画面关掉吧，应该会卡。好啦，交完了，交完了。有够卡，鸡巴。好大。哥哥，人呢？人呢？在干嘛？我在偷看，干嘛？给你。这只我有啊。哦，那丢掉吧。不要啊。我有啦。我的是他进化的。杯子啊，你看，哦，粉色的我没有，它精华，你有粉红色的精华吗？对啊，它是樱花老妖哎，它是路遥哎，虚无巢穴减一，路遥，我来啦，哎，把我的路遥带走。今天终于见到他了。你直播爆掉了，信说的，对，信说你直播炸了。后面还在算时间呢。嗯，那这样怎么算？算直播还是算后台？算，我先。谁放大地之力啊？教练，有内鬼，有人放大地之力。我想说抓到了，抓到还是要扔掉。下一只，打错 QOQ， 哇，那我今天不能直播游戏了呢。哇，聊天，对，那要去YG聊天。好啊，拜拜拜拜，我关播了。我好累哦，好啦，对不起，好啦，就到这啦，大家晚安啦，拜拜，拜拜拜拜，我等一下直接睡死，所以不会在诺音台看到了，大家晚安，拜拜，啊，可以去诺音的 YT 看他啦，就这样啦，他等一下开，拜拜。